外文会出席委员九员已具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六月二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2:35，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长佐等12人，列席委员林德福等38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何启功，部长林奏炎请假，主席刘钊基委员释方。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奏炎报告我国参与2016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之成果检讨与展望，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何启功报告委员林长佐等1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亚非司副司长郑维、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拉美司司长曹立杰、欧洲司司长高安、领事事务局副局长罗天宏、国组司副司长庄立新、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何启功及所属国际合作组暨兼许明辉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许淑华及王惠美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2案：一，我国今年继续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2016年世界卫生大会。民主进步党在过去数年间不断批评执政党使用中华台北是上权辱国的行为，为民主进步党执政之卫生福利部长林奏炎在世界卫生大会之5分钟演讲中，不但未比照往年出席之历任部长于会议演讲中提及台湾，并且有关林部长递交抗议信之方式，先公开否认有抗议信存在，后又以私下方式递交之，更鲜有丧权辱国之嫌。为确保国卫生福利部长林部长之行为并未丧权辱国，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1周内将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奏炎所递交给 WHO 秘书长之抗议信原文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必利国人了解林奏炎部长于世界卫生大会之表现。提案人徐志荣、吕玉玲、江启臣、马文君。决议本案不通过，采举手表决。表决结果，在场委员7人，赞成者2人，反对者4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二，本次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表示，对于称呼问题，历来都是并用，这次也一样没有改变。关键前提是，我方几次对外说明，包括函复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信函当中，都已清楚强调，台湾参与 WHA 与任何政治框架并无关联。为让国人清楚了解外交部捍卫国格之施政成绩，原要求外交部应于1周内将函复给世界卫生组织之相关信函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案人徐志荣、吕玉玲、江启臣、马文君。决议本案不通过，采举手表决。表决结果，在场委员7人，赞成者2人，反对者4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以上宣读。好，请问各位委员们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遗漏或错误？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那么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外交部次长、行政院道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近期东亚区域情势对我国家安全之冲击与阴影，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谢谢。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跟官员啊，委员部分罗志正委员、王定宇委员、吕孙玲委员。我们今天列席的部会的官员，首先国安局的部分，我们的周美武副局长，特勤中心主任方正，第一处副处长陈国顺。第三处副处长赖运成，第四处处长潘向前，第五处副处长吕彦成，光部部分部长冯世宽，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普上将，常务次长
柏宏辉，战略规划师代司长李廷盛，资源规划师司长陈正奇，法律事务师代司长林纯梅，整合评估师司长严正国，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江正忠，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另外，在陆委会部分，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陆委会企划处副处长杨千惠，外交部列席官员如下：常务次长李承然，领务局局长龚忠诚，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亚太司副司长林恩珍，亚太司副秘书长周学佑，亚非司副司长邓胜平，欧洲司司长高安，拉美司副司长郑立成，调法司副司长连建成，国传司司长彭邦陀，国主司副司长庄立新，研社会主任介文吉，公众会副执行长李宪章。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部会官员。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先请国安局就近期东亚区域情势对我国家安全的冲击跟因应做口头报告。那原本我们邀请的是国安局局长，那因为局长因公务出国，所以今天由周副局长来代表出席。我们先请周副局长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早安。非常感谢大院安排本局列席近期东亚区域情势对我国家安全之冲击与因应专案报告，希望借此报告让大院各位委员了解东亚最新的情势及对我影响的评估，承蒙各位委员的关心与指导，借此机会向各位委员表达敬意与谢意，仅报告如此。近期东亚的安全情势的发展，在朝鲜半岛方面，北韩今年以来连续进行核试及各式导弹的试射，严重威胁区域稳定。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北韩的制裁案，美韩亦透过联合军演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但仍无法迫使北韩弃核。就整体局势来看，由于美中力求情势不失控，北韩在劳动党七大后亦释出愿意对话的意愿，研判短期之内朝鲜半岛紧张局面虽难以全面解除，但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冲之鸟及钓鱼台海域维权争议难解，日本四月下旬在冲之鸟海域强扣我作业渔船，凸显日本主张该经济海域之争议性，并引发台日之间的龃龉，为双方舰船在该海域均保持克制，并未升高对立，我政府表示仍将继续派船护渔，以维我渔民的权益。东海方面，日中在钓鱼台持续维权，日本另针对油气田开发的问题向中共重申不满，并分别在石垣岛与那国岛成立了钓鱼台的警备专队、沿岸监视的部队，持续在钓鱼台问题与中共角力。两岸情势目前进入在观察区，中共以没有完成的答卷回应蔡总统就职演说，归纳其部分官学界认为有靠近九二共识，实质回避两岸一中，有待观察，听言观行，但评论的措辞逐渐由趋转硬。那么要求两岸同属一中是必答题，背离一中，台海将紧趋动荡，显示现阶段两岸仍缺乏互信的基础之下，中共对台关行重于听言。
南海情势紧张，难以解缓。今年以来，美中南海军事外交角力不断，美坚定执行航行自由，并积极游说日、澳、印度等国加入联合巡航南海，以及解除对越南武器禁售。中共则强化南海岛礁的军事部署，在南海实施军演，以及持续加强拉拢、分化东协等国家。此外，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公布在即，若结果对中共不利，中共可能采取加速南海军事部署与演训，增加海警船的执法维权的频率等反制作为，南海紧张的情势难以缓解。未来不排除中共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届时若中共进行宣布，可能引起区域的新一波的紧张情势。菲律宾越南新政府的政策动向，菲律宾新政府将于6月30号上任，在对美政策上将延续美菲军事同盟的基调，推动落实2014年双边加强国防合作协议。那么在对中的政策之上，主张与中共维持稳定的关系，必待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据此与中共展开双边谈话，以解决南海主权的争议。越南新政府4月9日成立，对内持续强化南海的武装力量，对外注重于维系与中共党政高层的友好关系，并寻求与美提升政治互信，并加强防卫合作，令对我南海主张主权方面一直采取的是坚决抗议的立场。对我的影响评估，北韩的发展核武以挑衅冲击东北亚的安全情势，除了美日俄中借此竞逐朝鲜半岛影响力以外，北韩核导能力不断的提升，亦将促使美韩加速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并引发俄中不满与施压，凡此均将牵动我国周边的环境安全。那么两岸目前处于互测底线的磨合阶段，尝试建立新的交流基础，探究找出求同存异的方案。面对中共持续对台施压的情势之下，我方应秉持沟通不挑衅零意外的原则应处，并寻求建立两岸互信与沟通的桥梁，以促成两岸交流协商恢复常态。在海域争端方面，日中立场分歧，然仍致力于维持与沟通管道。那么不管是4月份日本的外相岸田访陆，或5月下旬美中在夏威夷将举行海上军事安全协商机制会议，以及6月份美中的第八届战略及经济对话，均将讨论南海的议题。菲律宾新政府有意与中共协商南海的争端，另外日本拟与我国协商海洋事务合作的对话机制。从以上显示，各方在各方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之余，仍试图以协商缓解紧张的情势，以避免情势失控。我能否在各方协商的进程之下积极争取并保障东南海主权利益，系为我国家安全的重要挑战。结语，纵观东亚整体局势，在中共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美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各国主权意识高涨等因素交错影响之下，未来区域仍存在不稳的变数与冲突的风险，国家间的争端可能更趋复杂与长期化，对整体东亚安全歧视造成深远的影响。本局将持续收整有利及威胁我国家生存发展的这个情资，支援政府施政与决策参考。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导，谢谢。好，谢谢周副局长啊、哦。我请教一下，国防部部长有没有做口头报告？好，请。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应贵委员会之邀，就近期东亚安全情势对我国之冲击与因应，实施专题报告。
现仅就东亚情势现况对我冲击与影响及因应的对策提出说明报告如后。第一个前言，近期美陆加大亚太战略的竞逐，北韩军事挑衅举措 不断及东海南海主权的争议争端未及，整体东亚情势呈现复杂的格局。面对中国大陆强势应对的领土主权争议与积极掌控地区多边机制，势必牵动我在区域发展格局及两岸互动的变数，相关研析报告如后。二、近期东亚情势分析。一、美国积极参与东亚事务。美国支持日本修宪扩军，推动南韩建制战区高空域的防御系统，拉拢东协各国及加强与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军事合作外，并扩大美菲并肩美日铁拳及系列的登陆演习，美韩关键决心及小鹰军演及美日印马拉巴尔海上操演规模，展现了制衡中国大陆军事扩张的态势，加剧双方区域的竞争。二、朝鲜半岛紧张情势短期难缓。年初迄今，北韩无视外界的劝阻，执意进行这个核试爆，更表示仍持续发展核武功政策，冲击东亚地缘政治的稳定，提供美军加强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契机。中国大陆则陷于放弃或保有北韩作为传统战略缓冲之困境的两难。朝鲜半岛紧张情势短期难解。第三，东海争议仍为陆日鸿沟。日本宣布钓鱼台有国有化后，中国大陆即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调整海空兵力部署，并常态执行东海巡弋，与多次穿越西南岛屿航道进入西太平洋演训。去年十二月，首次派遣武装海警船赴钓鱼台海域活动，展现主权维护的决心。日本在维权压力下，于拉霸成立第九航空团，与那国岛组建沿岸的侦视部队，规划奄美大岛及古宫岛、宫古岛的防警预备队与飞弹部队，保安厅则在石垣岛增设钓鱼台专守部队，扩增十二艘千吨级的巡视船，令自卫队公布东海空域拦截攻击活动由2011年156架增到2015年的571架次，未来双方对立的态势仍将持续。南海主权争议未歇，菲律宾、越南与中国大陆爆发民主礁的对峙及981号钻油平台冲突的事件后，即积极采购海空武器装备应对，并借推动南海国际仲裁、双边演习及开放基地，拉拢美日及澳大利亚等国军事介入。中国大陆则持续进行南海岛礁填海造陆的工程，与西沙永兴岛部署红旗九防空飞弹、无人机及飞弹快艇，南沙永暑礁、除壁礁、美济礁等建设机场及监视的设备，加速岛礁军事化部署外，并对美基建加强跟监作为，各方陆力海上维权，整体形势更为严峻。五、中国大陆对我威胁渐增。年来，中国大陆就两岸问题多次表达针对性言论，并刻意借媒体的播报，共军部队于东南沿海举行两栖登陆演习，导弹部队进驻福建省境内的讯息，日前再次提出对我采取政治上分化、军事上威责、经济上融合、外交上布局等作为，凸显中国大陆采取多样化手段，其迫我在两岸关系发展依其规划而行。三、
对我冲击与影响。一，我国际空间建造压缩，中国大陆积极拓增周边乃至全球影响力，并持续坚持一中立场等内容纳入与各国签署声明文件，对我涉外发展产生排挤效应。近期恢复与我前邦交国甘比亚外交关系，肯亚台人诈骗案司法管辖权争议及打压我出席比利时国际钢铁会议等事情，对我参与国际活动空间形成挑战。二，我参与区域经济受阻，中国大陆凭自经济实力建居引导区域整合要角，吸引包括我友邦等各国竞相争取参与其主导经济合作的机制。我又与大陆打压参与 RCEP TPP 自贸谈判迟滞，影响未来整体经济的布局。三，美陆角力牵动台海形势，中国大陆推动陆海扩张区域政策与军改措施，倍增周边安全威胁的疑虑，加剧地区各国军备竞赛。我坚持和平处理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台南海主权争端或美在地区和平稳定角色之肯定，所以美陆区域角力与北韩挑衅作为日增迭增，解决东南海及朝鲜半岛情势协商难度，间接牵动整体台海安全的情势。四，冲击我太平岛主权及经济海域，越南、菲律宾为因应中国大陆军事的扩张，强化战控南沙岛礁军事部署，目前对我太平岛尚不构成立即威胁。目前对我太平岛，然菲律宾提出南海国际仲裁案，掩盖我太平岛符合国际法岛屿定义事实，此举将冲击我在南海主权及经济海域之权益。是因应对策，一，持续发挥我和平沟通者之角色，配合政府整体外交作为，借由高层互访、安全对话、学术交流等方式，积极推动军事的交流，拓展区域军事安全合作，秉持总统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原则，维护我岛屿主权及海洋权益，并与亚太各国共同促进区域安全稳定。二，建构可持战力，展现防卫决心，根续筹建新式武器装备，发展创新不对称战力，积极落实国防自主政策，建构所需防卫武力，展现防卫决心，达到吓阻威胁、预防战争之目标。三，密注南海国际仲裁案对我之可能影响，南海仲裁案将于近期作出裁决，其结果对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及我国之主张均将构成影响，需密切关注。为本部将持续强化东沙岛、太平岛防卫的能力，确保我南海岛屿领土安全及海洋权益，是积极拓展区域合作关系。台湾位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枢纽，与区域中国家具备高度地缘关系，我国一向扮演一个和平沟通者的角色，积极参与区域内人道救援、医疗援助、反恐合作等活动，持续强化与各国间之合作交流，使台湾成为东亚地区不可或缺之重要伙伴，以确保我国家利益。结语：中国大陆与日本在东海钓鱼台主权争议未解，南海问题与美、菲、越等国角力升温，各方关注与介入程度持续升高。本部面对当前中国大陆严峻之军事挑战外，亦同时肩负我在钓鱼台、南海主权维护的责任，除努力强化国防组织转型，推动募兵制，提高人员素质，并引进更先进之武器装备，以构建坚实的国防武力，使国军成为确保台海和平、领土完整及区域稳定的坚实后盾。报告完毕，敬请指导。好，谢谢。请教外交部有没有要补充？
是陆委会有没有要补充？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参阅书面的资料啊。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进行询答。原立本委员会是10+2分钟，非本委员会8+2分钟。10:30我们截止发言登记。现在我们请第一位登记质询的蔡适应委员质询。主席能不能请我们的国防部部长先就备询位置？部长先备询。蔡委员早。早安齁。那部长在这个质询这个议题之前，我想先质询一个另外一件事情齁，就是对于这两天在国军内部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齁，是什么议题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后勤补保的问题齁。我想部长你本身也从部队最基层的军官一路历练到我们的军方的高阶将领，现在来担任国防部部长齁。那我想最近你大概也有看到我们内部的你们内部的舆情反应，有讲到国军的基层的军事官兵在反映后勤维修的问题，许多人不论是写在 FB 上面啊，或者是网络上的 PTT 都有表达许多不同的看法。我想国防部内部应该有收到这样相关的资讯了吧。是的。好，部长好，来，首先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部长，你晓得这件事情吧，就是我们基层的士官兵军事官兵有反映说一个水壶啊，水壶长期一直在沿用，他写作20几年没有换过，然后这是一个航特部的士官长表达出来的，就航特部的讲的是这个回答也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这个不能够体悟这个上级指导的用心啊，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自己对外面随便的发言哦。那我先不讲航特部的这个回应哦，就部长你自己来看哦，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水壶啊，我想部长你也曾经用过哦，这一定有用过来。目前我们的试验水壶在上面这个图嘛，那我们很多的基层的军事官兵真正在演训的时候，他其实另外自己带了一个喝水的保特瓶啦。好，我都想说你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哦。那首先就这个部分，我想先请教一下部长哦，你看到这条新闻，你作为国防部最高的最大的家长，你的看法是怎么样？首先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因为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包括水壶在内，我们都有定期的检修，也教他们清理的方法，所以应该是这个水壶，因为它是不锈钢制的，时间用的比较长，但是我想25年是多了一点。所以你觉得说啊，对，所以你认为这个士官兵的反应觉得有检讨的一个必要性哈？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哦？这个是目前我们向贵单位哈，以及我们坊间的军品用品店哈，去询价的一个价格啦哈。我想说，大概我们刚才知道说，就你们内衣的部分哈，一件是150块。你的迷彩服上衣吼，一件是550块，你的长裤啊，迷彩长裤一件大概是650元，我们的战斗靴一双大约是800元，然后我们的黄埔大背包一个大概是700块钱、啊、那水壶按照目前不锈钢的水壶，就是水壶及钢杯吼，加起来大概600块钱、啊、那我在这边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吼，因为我刚才讲的除了水壶之外，其他的部分目前都是列为国军的个人装备。是的，我们国防部有没有考虑？居然这个随着时代的在变化嘛，吼，军人在部队服役打仗，我想对于个人用品的注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吼。是的，有没有可能考虑吼，对于水壶的这个部分呐、啊，我们来重新做一个修正、啊、做一个修正，是不是说，哎、欸，其他几个东西事实上它都已经把它列为个人装备了嘛？那我们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水壶啊，水壶有没有可能也把它改成个人的一个装备？我想部长您的看法大概是怎么样？或者是说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这样子？我是赞同的，我请我们这个专业的单位来回答您的问题。OK， 委员好，我是连市次长，嗨，次长，谢谢。是，跟委员报告一下，部长上任以来，对一直在强调，也在指导，对于官兵所有的生活福利的这些照顾，都已经详加的指导。那您刚提这个问题，我分两部分先给您做个报告。第一个是水壶现况的，现在水壶的现况是304不锈钢的部分。而且是经过检验合格的规范。第二个，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也有指导要求所有的部队按照规定来做清洁和保养，来维持它的卫生。
第三个，我的库房现在还有23000多个啊，原则上鉴定换补原来团装的方式，鉴定换补数量是足够的。那刚刚委员提到未来规划的问题，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列为团装，前面有前面的历史背景，因为前面讲句实话，义务役的兵退补非常大量的人，那国防部那时候国防部的预算也少。那其实实施募兵制以后，我们已经在检讨，因为募兵制原则上不会像以前一样大量的退补，而且服役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一段其实我们已经交代陆军这个后勤指挥部，就是陆勤部，现在已经在评估是不是把团章改成个人配服。这边跟做委员做个报告。好，谢谢。也就是刚才我们次长说的，未来我们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将水壶改成个人的装备，以及我们自愿役未来的军事官新入伍的这些自愿役的新士官兵的水壶都改为个人的装备嘛，是不是？是，现在在评估，现在在评估，他会依照需求的数量和预算。那大概应该什么时候可以确认这个方向可以开始执行？我们跟陆勤部已经交代了大概2个礼拜，我想应该在3个月之内会让他评估出来。好，谢谢。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概原则上3个月内就会按照我们国防部后次次长您的说法，就是说未来我们所有的自愿役的新入伍的军事官兵会将水壶比照战斗靴啦、黄埔背包等等，全部都纳为他的个人装备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评估报告。那另外的，我们另外4个月的那个义务役的阿兵哥的部分会怎么处理？报告委员，这样子我跟您报告，我们现在大概分作3大部分。第一个就是战斗部队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在规划明年配合战斗各装改成现在的水囊，水囊就对了。其他先进国家都是水囊，轻便式的水囊嘛，对不对？对对对。Okay, 好，那其他的一般部队，我们还是维持我们那个构想。现在请他们评估的方向是，一般的部队还是维持不锈钢水壶，但是改成个人配服。个人的是。对，第三个就是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因为考虑到它的周期比较短，而且数量多，那我们现在请陆平部在评估用塑胶的东西来替代这个问题。OK， 就是因为他不目前为止是不参加作战，他是有训练，他是训练部队而已嘛，是就4个月内的训练部队就是改成塑胶水壶，这个也是换新的，是是新品。目前为止在评估规划，跟委员做个报告。好 ，OK， 所以照次长你刚刚说法，原则上我们未来对于水壶的部分有3个原则嘛，对不对哈？第一个就是说，一般的战斗部队我们把它改配成水囊的方式来处理。第二个，自愿役的这个军事官兵新入伍的部分，我们把水壶改为个人装备。第三个，一般入伍的训练部队，我们就改成塑胶的水壶来处理。好，那这部分我想我们国防部马上就针对于我们基层士官兵的心声来做一个回应。那本席在这边非常的肯定我们国防部的部长以及我们的次长。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我想部长你应该了解吧，保幺五动动量表。部长应该，我先问一下哦，部长你有没有担任过后勤的军官啊？没有。我先问一下部长，你有没有担任过？我没有直接担任，但是我在当参谋本部副总长的时候，有管到后勤。哦，你有管到后勤哦。是。我自己当过后勤军官了。是。我当过营后勤官哦。是。这个其实这个基层连队写这个写得很辛苦，我想问一下 我先吼，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保幺五动动量表，市长你要不要简单说明一下什么叫保幺五动动量表？跟委员报告，幺五动动量表就是所谓的装备鉴定表。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各级检查的时候，他是要把带着这个表，把所有的现况缺失都要登录起来，作为后续改进这些样的依据，然后当作一个史略资料。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保幺五动动量表啊，目前是由谁来负责填写？现在由执行单位、检查单位的每一个层级都有。那原则上二级厂，原则上二级厂以上它都有，都有嘛。这个表是一是是每个单位都是通用的。那陆军有嘛？对不对？陆军有，海军呢？海军也有，那个他们是陆战队的都有啊。空军呢？空军应该用的不是这个表，但是有类似精神的类似表。类似的表是。那你觉得我们时代在变，同样道理，我来问一下我们的部长跟次长，你对于我们许多基层官兵认为说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花在文书作业这件事情上，我想你们应该有耳闻听到嘛，你们对于我们军方的后勤管理的文书作业系统，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上一次因为就是陆战队的事情以后又反映一些文书表报太多。对对对。那部长也知道，其实我们已经都下去了解了1个多月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就是从基层以前都是在上面检讨。对。那其实不了解基层的实况。没错。我们这次是从下而上，现在把所有部队他你们所有的表报全部都拿回来，
我们现在该减并的减并，该删除的删除，这段现在作业已经在做了。是，好，市长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现在因为这段是我们的联谊在管，看看是不是九月底以前。好，那这样好不好？就是希望在下一次我们立院定期会之前，麻烦我们的这个国防部就这个部分，到时候可以向我们的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提出一个正式的说明，好不好？是，我想也让我们了解说，整个我们国军与时俱进哈，再做一个新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变革。因为事实上，这代表着过去几十年来国军整个陆勤后勤的文书作业系统做一个很大的变动哦。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刚才讲过，我当过后勤军官哦，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只要是遇到装检的时候哦，大概都不用休息，就每天在那边做作业而已哦。啊，事实上，代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平常的落实保养可能产生了一个状况，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整个的要求的表格太多，那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就来检讨，我也希望我们的部长跟次长九月份的时候可以提出新的一个资料出来，接下来不好意思，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要的咨询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重大的一个相关的演训的问题，演训，那我这边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部长，第一个香格里拉会议，这个你知道吗？知道，知道哈。那你知道这是谁办的吗？新加坡主办的。我想我修正一下哈，英国跟新加坡联合举办的哈。是的，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所以俗称香格里拉对话哈。是。哪一年开始的？各位知道吗？2002。2002年哈，今年是2016年哈，大概就每年的六月左右来举办了。来，这里哈有几个今年哈我们所有开与会的相关人的一个简单的看法，我只揭露而已啦哈，包括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坎，这最近才来台湾而已嘛，吼。然后另外就美国国防部部长、日本的防卫厅等等等等，都在这一个香格里拉对话里面，吼，发表一些看法，吼，也对于整个亚太的军事安全提供互信的一个机会跟沟通的机会，吼。部长，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亚太的安全来讲，香格里拉对话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是的。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就你了解，吼。这个我可能也要问一下我们的国安局，也不会请我们国安局还有外交部也都一并上台好吗？刚才部长有先讲了一下，他认为这个香格里拉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本席也这样认为，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台湾有没有派人参加？国防部应该是有没有派？没有，没有，那我们国安局有派吗？国安会、国安局有没有派？我们也没有派。好，那外交部勒？没有，也没有齁，那我讲一下齁，这里有一个名单啦齁，离开这里齁，2002年、2003年的时候，国防部有派军官去参加，国安会也有副秘书长参加，可是我观察了一下齁，我只看到2013齁，2014、2015我没有看到资料，但我知道今年状况是我们的学者来参与，我的觉得是说，我们似乎对于这个香格里拉会议的参与的人，不论是规模或层次来讲，逐年的递减跟下降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是我们自己内部评估香格里拉会议不是个重要的会议，还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自诩跟新加坡的关系还算 OK 嘛，那他也有可以邀请民间单位参与啊，所以我在这边我想请教一下各个单位，今年来不及了啦，已经结束了嘛，明年度我们是不是要正式一点，不论是层级或者派员或者重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做得到？这个我要问谁呢？部长，我们国防部啊，接到这些讯息以后，我们深切了解，他这个主办单位是英国的一个智库，没错。他对外面的这个参与的人员都是用函邀请的，嘿。那么我们国防部可能会试着我们去来了解联络看看吧，对，联络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OK， 好，那国安局这边呢？我们一直虽然没有正式派员参加，但我们对整个会议的内容都有全盘的掌握。啊，所以你认为不用派员去也无所谓？我们想办法了解一下吧，好不好？好，是的。那外交部呢？是，我们也一样，我们会想办法了解。好，谢谢你。好，不好意思，主席，马上就好哈。第二件事情就是环太平洋军演，够要重要哈。今年六月底要办环太平洋军演嘛哈？我们国防部过往有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没有被邀请过。好，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众议院啊，美国众议院哦，他有讲说有一个决议说邀请台湾来参与哈。国防部有没有在跟美国方面再继续联络？现在有没有机会今年来正式的参与我们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我上个礼拜啊，接见了他们的众议员 Mr. Royce， 还有 Louis， 还有一位姓刘的，这三位啊众议员。
他们对这个案子都持着这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好，我们正在争取中。好，再拜托一下哈，这个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拍给主席最后一件事情就好了。南海防空识别区的部分，我讲到最后面哈，美国已经对这个东西正式表态说，中国不应该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我好像还没看到我们的国防部、外交部、国安会或者国安局有做正式的表态。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这个应该我不晓得问，应该先问国防部部长哈。就国防部的立场来讲，我们会赞成中国在未来有可能，如果这件事还要做的话，我们的态度是支持、反对还是不讲话？我们应该是反对的。反对哈，好，谢谢外交部我们的次长，一样的道理，支持、反对还是不讲话？我们还是反对。反对哈，那我们的国安局的部分呢？同样反对。反对，好，那麻烦三个单位都反对，希望你们做一个正式的声明哦，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在南海这个地区划南海防空识别区，尤其它可能考到就在我们太平岛的上空。以上，谢谢。好，谢谢。啊，下一位请罗资政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可不可以先请外交部理次长，还有北美司的同仁。次长还有。北美司是不是副司长？那委员好，司长早。司长先请问一下哈，那个驻美副代表沈大使已经离任，然后高树泰大使在今天凌晨已经就任，对不对？是。但是一个东西还在余波荡漾哈，请问一下，那是22公斤的纪念牌现在放哪里？放哪里？那个纪念铜牌现在放什么地方？哦，现在没有放在双向园。没有放在双向园里面，确定哦。可是沈大使今天看报纸讲说，希望侨胞去那边看，要保护这个纪念牌。报委员，目前没有放在。那沈大使有没有带走20公斤纪念铜牌？没有带走了。没有带走，放哪里？代表处里面。可能放在代表处。这个。那代表处要怎么处理？如果是他跟侨胞讲说，请大家到双向园的时候，要保护这个22公斤的铜牌。我们不会帮他埋下来吧？鲍委员，这个双向园事实上有陈设很多历任代表的一些物品，但是沈大使还有侨胞说要把它埋在那个旗杆下面，有没有这个动作？鲍委员目前没有。不会吧？还是已经埋了？埋了没有？鲍委员目前没有。目前没有，以后会不会？鲍委员，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规定来办理。其实这个我们买是一个关涉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当去年发生升旗事件之后，美方一开始是很不满的，对不对？国务院发言讲是 very disappointed 的，非常难过的，非常失望的，甚至违反了过去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 understanding。可这个时候，我们又把这东西把它凸显出来，让这事情可能又浮上了台面，这是没有必要的外交的干扰，对不对？是，市长。是的。所以这个动作本身。如果沈大使要把22公斤的铜牌带走，我没意见。可当他把它埋在那个旗杆下面的时候，英文就要把它刺到了美国的眼睛里面 ，poke into your eyes， 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动作。是。你要摆在里面给侨胞看，我没意见。因为过去大使有摆一些纪念品，对不对？但是你要硬要把它埋在那个旗杆下面，这个是有问题的。外交部有一个明确指示给外管，不能这么做，有没有电报？鲍委员有嘛哈，所以不会有这个动作。所以当沈大使跟侨胞讲说你们是双向园的时候，要保护这个铜牌，显然不是放在旗杆下面了，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啊，市长请坐，那市长请坐，谢谢。部长，我请问一下，那个冯部长，委员早，部长，这四份报告哈，我看完之后，如果今天是老师的话，国防部的报告写最好。谢谢。第二名是外交部，第三名陆委会，最后一名是国安局。我大概解释为什么。部长，你们提供一些资讯啊，有一些是我们外面不容易看到，甚至你们经过整理跟分析的。是的。因为情势的情报的收集、情势研判是最基本的。部长，请问一下，我更期待你们下一个重要的情势的研判，就是你们所谓的战略总检讨。是。部长，你刚才在接受媒体访问提到，就是说。未来的战略总检讨出来之后，会跟美方提出我们真正的适合我们的武器的需求。是的，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先告诉我期程好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我们原则上，我们原则上啊，各军种先做军种的
这个军种战略，就是军事战略。对，做完了以后，我们到国防部来汇整成我们的国防战略。所以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不是，所以这是你现在讲的是 QDR 吗？不是 QDR， 另外战略总检讨。对，大概什么时间点可以出来？我想我们今年呢要在年底之前，因为总统就任十个月之内就要提出来。所以 QDR 先出来，然后再战略总检讨出来，是不是？是。然后有没有跟之前的前任政府到目前看得出来，或可以分析出来，跟前任政府不同的地方有没有？还是内容都一样 ？copy 前面的。我们在检讨中间呢，不会刻意的把前面的政府的通通推翻。对，主要是情势的变化嘛，对不对？情势变化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会依据敌情呢来研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战略跟国防战略。那初步的结论出来没有？请问一下部长。还没有，我们各军种的已经在做了，从六月份开始到我们给他的时间是到七月底。OK， 所以年底之前应该这个战略总检讨就会出来。我们有这个把握。好，谢谢啊，部长请坐。啊，请一下副局长好吗？副局长，其实你们这个报告哈，我之所以比较失望，是因为照理讲，国安局所掌握的情报、资讯，还有联系人员是最多的。可是哦，如果以我自己来看了哈，以研究生的水准来看的话，这可能比我每个礼拜要求我学生写的报告内容还不够深入、不够充分。影响到台湾安全至少三个海嘛，从东海、台海到南海，这最重要的三个面向、三个区域。结果每个区域写不到200个字，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重点或要凸显的地方是没有的。那我再问一下，是那个副局长，这份报告你看完没有？四月份美国国防部写出来，五月份送到国会去的，所以2016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的一个报告，您看完没有？500多页。我们有看。有看嘛哈？是。重点可以告诉我。最主要重点，主要重点就是他认为 中共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威胁。这个重点不用看我也知道。这个报告他告诉我，2015年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重要的关键的一年。他告诉我们中国军事发展三个大趋势，500多页我都看完了，花了将近3个礼拜的时间慢慢把它读完。三个趋势可以不告诉我？那个四处处长或是一处的副处长，这报告有没有什么重点？三个趋势，我们林正英副主委一定知道了，我不用问他。三个趋势，他告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三个大趋势：海上活动更趋活跃，尤其在南海、东海，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尤其在南海。他告诉我们，在过去几年，他在南海填土造地3000多英亩，盖了3000多公尺的跑道，这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增加全球军事的存在感 ，military presence。副局长，你知不知道中国在全世界第一个海外基地在什么地方？这个报告有写了，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海外基地去年成立了，在什么地方？副局长不知道，四处处长可以告诉我们。啊，吉布地啊，第一个这么重要，跨出一步了。美国到处都有军事基地，但是中国去年跨出了第一步，最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在吉布地。吉布地在什么地方？知道哈？非洲。第三个，解放军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副局长，你知道哪一块吗？在哪一块凸显他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那个具体同仁可不可以帮忙？编制体制跟打仗。你直接回答没有关系，告诉我们。我想他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改革啊，不但是整个的军区的大变动啊，以及他的直管体系啊，整个做了一个变迁。那么他这个的改变啊，主要是要结合他未来直管通勤的一个发展。那是军事本身，是政军的部分。他最大的改革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这是报告里面写的很清楚。目前他就是军政军令二元化，走同样防美的一个路线在执行。没有错，但最重要是以党领军。理由很简单，军事的转化过程当中，党对军的这个控制要加强，他整个军事改革的核心在这个地方。副局长，这个报告帮我们写了，我不是说他对，这个报告对方写了，花那么多钱在研究，
我们局里至少去研究这个报告对还错嘛？副局长，这个报告我们读完之后，我们都认同他的分析吗？还是我们有他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来补强的，跟美方分享的，或至少我们检讨完之后说他们里面有些错误，然后我们可以再补强。我叫我学生读报告就这样写，他们读完之后，请告诉我哪些地方你认为有问题，哪些地方可以修正，甚至我们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家都已经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参考了。那个冯部长也拜托国防部也可以好好研究这个报告，那根据他们报告做一些检讨分析，看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补强美方之不足。我们一直希望强调，我们应该全世界最了解解放军的，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强项。美国报告还是很多漏洞啊，我们可以补强它不足，才凸显我们的存在感。美方需要向我们学习，这才对啊。我们如果读了美方报告，百分百接受了，那我们也没什么特别可以让美方重视的地方。这是局里面可以凸显我们的强项跟优势。香格里拉对话里面提到，刚才那个蔡文提到，卡特提到一句话，这是这一次对话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叫亚太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有原则的安全的网络。局长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不太知道，因为我还在研究这句话到底讲什么。美国提出新的概念跟构想出来了。我想他是主要目的是想结合整个区域各国家对整个亚太的安全，形成一个安全网络联络网。对，他这边有一个重点叫 inclusive， 希望把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放进来。但副局长，台湾呢？面对美国在这个区域要推动区域的这种安全网络，台湾有没有办法进去？能不能进去？我们要不要跟美方开始要对话了？因为他 inclusive 之后，台湾可能被 exclude， 这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嘛，对不对？是。重点下一句话，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Harry Harris， cooperate where we can， confront where we must。 这句话讲给谁听你知道吗？副局长，这是在记者问他对中国政策的时候，他讲这句话：在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合作，在冲突 confront 或是对抗的地方，在对抗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对抗。这就很重，哎，很重。我们有 take， 我们有没有抓到这个 message？ 那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 copy 这个东西，还是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跟主张？因为是上礼拜才刚这个对话完，我们局里面应该第一时间要赶快去做研究跟分析。跟委员报告，我们有做分析研究。你们礼拜一固定不是有开会吗？我们都有。我们这个在会议结束当天晚上。好，那你们结论是什么？这次对话的结论有没有？我想我们整个区域啊，现在美中两强啊一直在对峙当中。那么从这一次会议的整个内容来看呢、啊，那么还是以亚太的安全为主。那么以美国为主的防堵这个中共在区域的势力扩张也是一个氛围，那么中共也有这一方面的危机感，他在参加这个会议的当下，他就感觉到美国在利用这种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会议啊，来对他产生在形成他是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威胁点。那么没有错嘛，所以 WIW 办的这个活动基本上来讲慢慢成为美国一个很重要舞台，是所以他成绩很高，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氛围对中国来施压，对不对？副局长，我做一个小结论，三十分钟就好，三十秒就好。其实、哦、我之所以引用很多报告，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这些报告我们虽然台湾没办法去参加对话，但是我们自己对话的方式就把这些报告拿过来研究分析，然后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补强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自己在做战略总检讨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不同面向的这样的一个资讯跟来源。那这一点啊，我们是对，虽然我对国安局相当有点失望，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大的期待，因为我们这么多的人力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能量，绝对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好，午夜的报告、啊、真的是太少了一点，好吧？谢谢，好，谢谢主席。好，我们现在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麻烦主席先请我们周副局长，还有国防部冯部长。周副局长、冯部长。
委员早。好，部长好，还有副局长好。委员早。刚才罗委员的质询，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你们准备的一个状况了哈，所以下次来之前呢、啊，先通过罗老师的测验再来。啊，那个罗老师其实国际政治的专家啦，啊，他刚刚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哈。我想很多资讯的收集是很基本的，而且我们要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主张跟看法。我请教一下部长啊，还有或者是副局长 John McCain 这两天来台湾，对不对？实际上这两天蔡总统他的周末行程相当忙，但是我觉得这个会面啊，对台美的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那在会面当中提到了几个重点啊，一个是希望我们的军备的费用、军事费用、经费到 GDP 的3%啊。第二个，当然我们希望说美国支持我们，尤其是国会参加 TPP 啊。那先就这个他所提到的3%这件事情，请教一下部长，所谓的军事费用啊，国防预算占我们 GDP 3%是多少？我们目前有没有达到3%？没有，没有。是。那3%是多少？大约4200亿到这个4500到4800。4500到4800，当然看你的平均值是多少嘛。是的。可是我今天早上算了一下，如果是拿过去三年的 GDP 平均值来算，我们的平均的 GDP 差不多是5000亿美金以上，5100亿、5200亿，你再乘以33。再乘以0.03，多少？5200亿，5000亿、5200，啊，是、哦，你们是不是这样算？是不是这样算？我不知道。不是，不是，那你们怎么算？我们想要扣除掉汇差，还有实质上我们申请的多少？好，那不管怎么样，现在是3200亿嘛，这中间1000多亿，对不对？你刚刚讲拿你们讲的这个是4500亿或4800亿好了，这中间将近有1200到1500，你要怎么样达到？你有没有想要达到？我先问一个，就是你想不想达到3%，还是你认为现在的3200亿 OK？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超过3200亿。你希望能够超过到多少？超过我想至少要到4000亿啊，至少要到4000亿，所以你的目标值是未来国防预算增加到4000亿，是不是？是，部长，这是第一年，你讲下去这就是定调，你的定调、哦。是的，好、哦，也就是我们未来你的国防预算，你的目标是这样。是的，那林权同不同意？我们依据实际的状况，因为这有主计长，主计长今天没来啦，但是我们知道林院长是财税专家。哦、我相信他在你没有上任之前、啊、正式上任之前，他也一再强调说国家的财政问题嘛，对不对？那能不能达得到？你有没有跟院长沟通过？鲍委员，我可以这样子报告，我们会继续争取。争取。假如我们有实质的需要，我想他站在国防安全的立场。那我再请教一下部长，四千亿现在是3200，大概有800亿，你希望这800亿增加了或者争取到了，你要做什么？你是凭什么要来争取这800亿？因为要潜舰国造吗？还是要国际国造、国防自主、国防产业，还是募兵？到底哪一块？我们现在缺的是哪一块？我们最这个，因为我们下会起要审预算的很快啊。这个各个国家对募兵呢，都是花10年、15年才能够完成。对。那么我们自己要求自己，希望在这个5、6年之间就能够有成果。因此，我想这800亿中间呢。应该有一部分要拿来照顾我们的官兵，譬如说要建植物官舍、眷舍的改建、眷探的会所，还有一个娱乐的设施在一个基地里面。那么我给委员报告，当初美军在我们台中跟台南基地的时候，他们里面的设施包括垒球场都有，游泳池都是新建的。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部队有那么大的军团，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所以这800亿当中有一部分是要拿来做植物官舍，是植物宿舍，是的，然后加强一些设施，改善这个生活的设施，让官兵生活设施，你预计要花多少？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算，没有确定，但是我想应该有，已经有这个规划了吗？我们已经在继续规划中。那这八百亿当中，采购武器的会有多少？因为啊 ，McCain 会来啊，是绝对跟武器采购有关啦、啊，是，对不对？他参议院嘛，是的，对不对？那未来几年我们会采购的优先武器是什么？现在我们正在研议中，我刚上台，我们准备把。你旁边的一直讲说国防自主啊，是，国防自主是我们既定的，所以国防自主就是不采购嘛，不是，所以是因为这样嘛，更紧张了，跑来鲍委员跟我们讲，国防自主不能够不采购、欸，有很多尖端的科技，我们还是要仰赖，还是要采购嘛，是的，还是要采购。那到底哪些？过去啊，我们国防自主其实成功了，案例一般都是讲 IDF 跟成功舰嘛。可是这两个能够成功的关键，还是因为美方有参与啊。是的，对不对 ？IDF 发动机几乎都是做好的拿过来的嘛。是的，不是吗？是的。对，成功舰是因为他都派人在这边专案这边进驻啊，每天盯进度啊。委员在尖端科技上，除了中科院继续努力之外，我们也要争取美方给我们的。所以未来的这个潜舰国造或者是国际国造，其实是不是美方也会介入？会不会？我们希望他给我们协助，希望给我们协助，是的。所以其实 John McCain 带来的是有这方面的讯息嘛，一方面希望你把预算编好，二方面美方可以参与，是不是这样？我们非常乐观其成，乐观其成，是的。所以我想啊，这个未来的这个国防的预算怎么编，我希望你国防部好好思考一下。是的。哦、是的，如果你真的要达到三趴、嗯，而且这里面最关键的，你要去克服的是林院长会不会同意啦？是的、哦，再过来才是立法院。是，好、哦，我们绝对是站在要捍卫我们的国家，但是经费绝对要花在刀口上面。是的，哦、所以这一点我先跟各位讲、哦、因为接下来我们下会期就是预算会期，下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哦，这也是跟两位有关啊，南海仲裁案啊，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我们也请外交部次长上来一下，好不好？南海的仲裁案现在进度到底到哪里？有没有掌握？外交部有没有掌握？根据我们的了解，大概就是六七月间，就这个月跟下个月。六七月间，对，大概就六月下旬、七月初吗？大概是比较七月中下旬。七月目前哦，所以目前的所以已经不是六月，是七月中下旬了。七月中下旬会出来，是不是？那过去。马政府时候啊，外交部有提到啦，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南海仲裁的立场嘛，对不对？我想次长你应该很清楚，那时候你也是次长啊、哦。他是说，这个如果他发布的立场啊，提到这个仲裁庭啊，不回应我们的这个善意啊、哦，或者这个对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做出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是不承认的嘛。是，是不是？啊、哦，这个立场有没有改变？我们不承认也不接受嘛，对不对？没有改变嘛，啊、哦，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哦，就你们的了解，目前这个仲裁的进度当中，你们有没有掌握到对我们会是有利还是不利的方向？有没有？还是都还没有？都还没有。我想他那个对外都是还没判决之前，还没公布之前。啊，有没有从侧面打听到他们讨论的状况？尤其我们也有把资料递过去嘛。对对对。对不对？对。我们资料递过去嘛。对, 对, 对。后来都陆陆续续一直补充我们的资料嘛。是是是。对不对？因为前，你说。啊，对，我们只能判断那、经过我们那个中华民国这个那叫什么？国际法学会，透过国际法学会送去了那些相关资料之后，那仲裁庭有请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再提补充意见，等于回应意见。那我想我们提出来之后，对我们的判决就对我们应该是比较有利。好，那万一哈、啊、裁判如果不利于我国的时候啊，那各位部会首长，你们有什么看法？外交部有没有什么看法？万一不利？就刚刚有提到，我们就不接受，因为不接受。那不接受之后，部长，国防部部长，你要不要去登岛？我可能不会登岛，每天到立法院，我没时间去。那我们找你一起登岛，好不好？好，好不好？不过我想给委员报告，我们不论他承认不承认了，我们对于外岛的补给，尤其像太平岛、东沙，我们海军、空军的
这个救援等等，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而且会努力的去执行。我想这个不是说实际的执行放不放弃，这涉及到国际上对我们主权的看法，是、哦、尤其是一个联合国国际组织，是啊、哦，他对我们主权的一个看法，难免如果仲裁出来不利我方，其他国家会拿这个来变成某种程度上来施压我们，是我们在国际上压力是会很大的。哦、所以在整个区域的发言权上面、哦、主动参与、哦、是蛮重要的，是的，而且争取我们发声或者是发言的机会、啊、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是的，所以不能只是默默的做、啊、我们默默做是每天我们都存在啊。对的，问题是在整个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它改变的时候对我们可能会有冲击跟影响、啊、所以部长我要提醒你是说是外交部必须很及时的去掌握到底国际的一个状况，国防部你必须做好准备，是的，谢谢指导、哦、那我是觉得说不管这个在裁判前或裁判后啦、哦、部长如果你可以你也再去登岛一次嘛、哦、当然我们或许觉得总统太忙了我们也不要求他立即去，但是国防部长或者我们这个国安相关的外交相关的再去一下也没关系啊，还是需要我们委员会陪你去，我们来研究好不好，你研议一下啦，是我是觉得这个国家主权的事情啊，我们共同来捍卫跟争取啦，是的，好不好，部长？是的，是、哦、谢谢。那另外也跟主权相关了、啊，钓鱼台，我请教一下我们三个部会、啊欸，我们陆委会副主委也有来嘛，请一下陆委会副主委、哦，我们四个部会在这边啊、哦，请教一下钓鱼台的主权是谁的？钓鱼台的主权，来，部长来，部长先，然后副主委，然后次长。报告委员，钓鱼台的主权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来，让那个我们陆委会的副主委，这个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属于中华民国，属于我们的嘛。来，外交部的，是钓鱼台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没有问题。国安局副局长，是的，它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所以都没有异议嘛。好、哦，可是今天你们报告当中，我发觉很奇怪的，你们大部分哦，好几个都有提到。中日在钓鱼台的争议仍在持续当中、哦、而且并没有怎么样减缓，可是我们都没有提到我们的立场、欸、我们好像是看两个他们两个在打、啊、我们在旁边，我们说他们说他们现在继续，我们就讲说他们现在继续在打，但我们立场我们完全没有、欸、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在这个赛局以外的人、哦，这是我蛮惊讶的，在你们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我们在钓鱼台目前所遭受的安全环境的威胁跟挑战，并没有啊。啊，那我相信蔡政府上来之后，跟马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不见得一样，不见得一样。所以我也想知道，我们现在各部委，尤其外交部、国防部、陆委会，你们在钓鱼台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是反正就默不吭声，就看中日之间怎么处理，我们就接受吗？还是说我们只要能够在那边捕鱼不受干扰就好了，主权也没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来，请教一下，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报告委员，我们政府已经多次发表，这个钓鱼台是属于我们主权的。对，那我们国防部、啊、就不便于啊再表示强硬的态度。好，是的，所以国防部不表示强硬的态度了。但是我们会护持主权。好。那外交部呢？外交部呢？我想对钓鱼台我们一向的主张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了，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主权，那钓鱼台是我们固有的领土的主权，所以就是延续马政府时代的政策嘛，是这样吗？如果照你们三位所讲的我就假设就是维持马政府时代的钓鱼台政策，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必须提出哪里不一样啊？这也必须让国际跟国内了解了、哦，可是看起来，我是觉得各位在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完全没有提到。当然，第一个就是你们维持过去的，那第二个就是没有新的，还是说还没有准备好？是哪一个答案？都答不出来，都答不出来。报告委员，现在我们已经是执行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以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就是跟马政府时代一样嘛，是不是？我想主权是我们的，这是 不容置疑的。好，那我们定调就是跟以前一样了，部长，这是答案哦。
以前他们有四个，还有扶贫、和平、互惠等等的。这个我想我们是所以把它简化。所以现在蔡政府剩下两个。可是蔡政府更明确的讲，主权在我没有宣布，那表示主权本来就是我的，不必再讲了。哦，所以主权不用讲，是只要讲讲什么？你刚刚讲说搁置争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是八个字变成八个字，大家都公认的，是就是这样。是的。好，部长，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王定宇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先麻烦我们那个李长赐，我们外交部。李次长。是，委员好。市长，这个问题我接着罗志政委员该继续问，因为这个听起来像笑话，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据说在沈旅群沈大使要离任前，侨胞打了一个22公斤的铜牌送给他，然后呢说要埋在我们国家的财产双向园的旗杆下面，然后沈大使呢还真的打电话叫工友回来准备开挖，要把这22公斤的铜牌埋在旗杆下面，有没有这个事情？好不好回答？还是副市长可以回答？我想沈大使是有这个意思了，但是我们外交部他有没有叫负责那个工头回来加班？那个细节，还是我们姚副市长？鲍委员他有没有叫工友回来加班？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本来要埋的，那怎么挡下来的？因为。双向园是我们国家的财 产嘛，是的，不是个人的庄园嘛，是的，所以要照规定来办。这个人贡献大小那另外一回事，送了一个22公斤的铜牌，就要把我们那个旗杆下面挖个洞埋下去，还真的叫工人要回来施工，有没有这个事情？鲍委员，这个我们并不清楚，你不清楚，但是并没有埋这个铜牌，不，你们后来知道没有埋嘛，所以有这个事情呢、啊。你们如果没有挡下来的话，那个铜牌就埋在下面，搞不好那个旗杆挖下去还有金牌还有铁牌、欸、你们是每任大使都埋一个牌子在下面、啊、有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市长还是副市长，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鲍委员，因为驻美代表处的电报里面自己有把侨胞赠送铜杯这一块这件事情呈报给外交部，所以你们知道嘛？我知道你们顾念同事情谊。哎，我们派出去的大使，侨胞送给他纪念品，可以埋在国家的旗杆下面。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大使各地方的代表处大使馆那个旗杆下面都埋什么西洋骨头？可以这样埋啊？沈大使还不觉得他错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荒谬到极点，把家跟国混在一起。把党跟国不分，所以这一次你们是挡下来了。不过我倒是建议你们好好去查一下，搞不好什么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有埋东西、啊、我先请教一下那个冯部长，那你们两位先请回好。欢迎走，冯部长，我刚才听了你的答询、啊、我个人对你的学习曲线之快速，我非常的佩服。你的应答第一次到现在进步很多，不过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一次在评估东亚的这些冲突，其实大概就是从北韩、东海、台海一直到南海，是的。然后呢，在整个亚洲呢，蔡英文总统520，然后菲律宾的这个杜特地呢6月份，然后呢到越南，阮富仲总书记是连任，不过他的国家主席跟总理呢都由副的换新的。所以在亚洲有3个政权换新的，有4个潜在的冲突点。那你们刚才那个评估报告，我们也是一页一页这样仔细看完了哈。其实那个报告大概跟从媒体上报道的差不多，没有办法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哈，根据国防部去年8月31号，你们有一个2015中共军力报告书，
我们在关心整个东亚的局势，一定是以台湾的安全利益做出发点，所以我们先从台海关心。你们那个报告书去年的特别指出，二炮部队短程巡弋飞弹总共对准台湾的有部署对着台湾的有1500枚。那根据你们或者国安局这边，从2015年8月31日的报告到现在新政府政权交接以后，这个飞弹的数量有没有增加？报告委员，我想，它会持续增加，但是没有突然增加。你的持续增加跟突然增加怎么分呢、啊？这个它团员爆三颗来叫突然，一颗叫慢慢的。因为它飞弹制作也要时间嘛。我现在只问一个量的问题，就是从2015年我们国防部自己的军力报告，中共军力报告到现在也过了快一年了，大概3季了。是的。中共对台湾的飞弹部署有没有增加量的增加？倒没有凸显它增加。量没有增加吗？是。那它的那个飞弹的型号，也就是飞弹的效能有没有增加？也没有改变。那东风21D型到底有没有放在厦门？那个是没有的，那是一个误导，而且我判断是，所以它是一个欺敌的作用。因为东风21D型哈，中共是我们也不讲它吹牛，它号称任何一颗就可以打成一架航母哈。他说要放在那边来阻却支援台湾的一些外力的作为，是。所以在你们的情报研析，东风21D型现在在东南沿海没有。是，我们掌握住它的性能跟部署的状况，但是我们却不赞成它在公路上就可以把这个飞弹拿来运输。而且你不赞成它也是运输啊，部长啊，你不赞成它在公路上运输，它还是拖在马路上给你看呢、啊。我们现在比较重要是，因为它的航程有1500公里到2000公里。是的。它放的位置大概就是准备阻却我们东海岸那一边的所谓的友军的协助，是的。所以它有没有进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很重要。你目前明确说是没有，因为那个放在那里是一个讯号。是的。那另外呢，根据2016年美国有一个 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 它里面有讲到说，中国哈它的飞弹量大概增加到1900枚，然后呢，2020年。他们会把北斗星的这一个定位系统整个完成，完成之后，他们的飞弹远距离的精准度会提升，所以预计是2020年。国安局这边我不知道你们的情报，他们这些进程有没有提高？因为他们现在整个全球的部署速度在加快，他们北斗系列的全球导航系统有没有提早建制完成的迹象？报委员部长或者是国安局这边，我们会密切注意这件事情。有还是没有？目前是不知道。目前还是没有。目前还没有。你觉得还没有？对，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是身家性命安全的事情哈。是的。所以那另外，你们该一直说没有增加。今天你们应该看到媒体有报道，加拿大的军事杂志哈《汉和》，他说在中国浙江的大兴村，他弄了一个20米、30米宽的一个雷达阵地。这个雷达阵地主要是对着5点钟方向，就对着台湾，针对弹道飞弹的预警雷达，要干扰我们的一些雷达的系统。这个东西有没有掌握？这个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了，所以有这个事情。是的，而且好像在大兴村附近几个村落都有大型的阵列雷达，那个它那个尺寸都越来越大，都有这个东西嘛？我们研究它那个不是干扰雷达，对我们没有干扰的作用。那它是为了什么？我想他这个是做这个雷情的监测，是监测我们，是有一说是监测北韩那边的，希望他如此。不是，我还希望他都去监测别人家，但是你们有掌握这个东西就对了。是的，我们就掌握。所以光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得出来，中国在东南沿海一直在放一些大型的，不管是雷达阵地，是放出一些空气东风21D型。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军方，像刚才我们前面有几位委员讲的，在亚洲不管环太平洋的演习或者香格里拉的会谈，我们很遗憾的台湾是被排除在外。可排除在外，我们以往会请类似准民间专家的身份去与会，去了解，去互动一些讯息，那个不能断掉。是，不管是国安局或者我们国防部，该参与要参与。一旦整个亚洲的这个安全网络，它的 network。我们被排除在外的时候，那才是最大的危险。是，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新加坡会谈，我们有点状况外哦。我们情况都有掌握，因为有没有派？你们没有派人在里面吗？
我们没有参与，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根本没有邀请我们，没有邀请我们，是，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受邀。事实上，我觉得国会跟国防部我们应该合作，是在类似这样的会谈，争取我方有人可以进去与会，是那是有意义的哈。是的，好，国防这部分哈，请你密切注意，特别注意在美国重回亚洲要重建这个网络的时候，台湾的角色不能被排除在外，是排除在外，我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冒更大的风险哈。谢谢委员，谢谢部长哈。是，那我接下来要请教一个 ADIZ， 你本身是空军出身的，是的，请问一下，我们的飞机如果飞到或者别人飞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他要做什么动作？他要向我们报到跟报离。我们有要求报告吗？我们的民航机都有的。我们对军机、对民航机有要求，进到我们的 ADIZ 要报进来跟报离开嘛？这个不是我们军方局要求，是民航局就会要求，会要求他们。对的，就尊重我们的防空这个防空识别区嘛？是的。好，那现在呢？中国划设东海的防空识别区，美国不承认，日本不承认，韩国不承认，不止不承认，军机还飞进去。那我方承不承认中共的东海识别区？报委员，我们不会承认的。我们不会承认。那我们不会承认，我们的飞机飞到东海中共自己划设的防空识别区里面，我们会不会通报他？不会。我们有没有飞进去过？我们以假设说他划设以后，我们一定会经过的。我们有经过吗？就你了解。现在他没有划设，但是我们也经过。东海，我讲东海早就划了，他自己号称划了。东海那个我们还没有。我们都没有去挑战过那一块吗？不够，东海那边没有。我们没有飞机到那边。对。刚才江委员问到说，钓鱼台是我们的，那一块就划在那里啊。是。所以我们飞机从来没有去挑战过东海，中共自己划设 ADIZ。我们训练的时候有接近那个区域，但是我们没有派。承不承认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当然不承认了。你知道你是？我问了那么久，第一个部长说我们当然不承认。是。高广其实站在那边都不回答。你要不要再想一下，你承不承认？报委员，我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所以绝对不承认。绝对不承认、这个。你不要冲动飞过去哦。不会。南海防空识别区，美国的国务卿 Kelly 最新的讲法说，这个是对该区域，也就是南海和平动摇之举跟挑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正式警告中国，你这个南海航空识别区，我防空识别区，我们绝不接受。越南也说不接受，菲律宾也 说不接受。我上次在那边问了前任的国防部长，问半天他讲都不讲。我现在问你，你是战斗机飞行员，我们的国防部长，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接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划设的，他划设防空识别区，你仔细看，他吐个大舌头，你知道吗？中国对南海吐舌头，他就画了一个 ADIZ 防空识别区，我们接不接受？不接受，我们不接受，因为他画了包含我们的太平岛嘛，是，所以我们幺三洞要去运补太平岛的时候，一定会飞进去嘛，是，会被通知他？不会，会被暴露暴离？不会，都不会。不会，就是完全不接受中国在南海的防空识别区。对，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示我们不接受。你是这几年台湾的国防部长第一个说不接受的。是，我应该这么做的，坚持下去。是的，哦，因为那个画下去，我们在那个区域还是会受影响。是的，谢谢部长，谢谢委员。好，接下来请刘世邦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我想请国安局的副局长，还有陆委会的副主委。好，国安局副局长，陆委会李副主委。副局长，您刚在书面报告里面有提到说，国安局啊，现在针对两岸的关系是进入一个观察期。好，用三个引述，就是有所靠近、回避实质，还有观其言啊，察其行啊，那。有所靠近的九二共识，您可不可以再阐述一下为什么是有所靠近？我们看遍了这个蔡英文总统啊，他520上台的演讲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九二共识这几个字。那有所靠近的九二共识是为靠6月15号要去香港访问的马英九总统来靠近吗？我想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请说。我想主要这个九二共识前面
中共一直在强调九二共识的一个重要性，虽然我们不会直接对他的这个要求有所回应，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一次这个整个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方面啊，我们根据中共内部的这些资料以及他所有智库以及涉台机构的一个评估啊，我们认为他在这一方面有这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有靠近这个说法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跟委员做个说明。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副主委，您当然是两岸问题的专家哈，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刚国安局所提到的有所靠近的九二共识，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刚刚副局长所提到的，包括有所靠近，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这郑立中他的谈话，不过这个郑立中的谈话实际上是跟蔡总统在演讲完以后到差不多一个小时里面，跟中国对台湾研究的专家，包括北京的周志怀，他是一个所长，然后包括在厦门大学的刘国生的院长，其实他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像周志怀提到的，这个已经算是一个破冰了，像刘国生提到的，这个可以让两岸关系稳定下来。不过我们也可以知道，包括国台办包括中台办在当天下午四点的这些的声明，显然跟刚刚的基调是 有不一样的。当然，因为还有其他包括像王在熙等等这些啊讲的话可能不太一样。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那跟回复到我们在选举以前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会地动山摇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有点远了？还是目前仍然是属于地动山摇期的前面的一个，不管是缓冲期也好，或是前面的观察期？我相信北京非常清楚，只不过并没有非常的肯定蔡总统在就职演讲里面提到的中华民国宪法，然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有相关的法律。今年二月的时候，当王毅外交部长在美国的智库提到的这个宪法，其实在蔡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讲里面有提到，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应该北京要更进一步的从那个善意里面再逐渐的来处理两岸关系。是，副主委，我很希望如果我们有这相关的这些学者对于九二共识的解读，或者是对于蔡英文总统在五二零的谈话，尤其是两岸关系的部分，能够不管是正式或是非正式，不管是学术或者是二鬼等等啊，能够把我们正确的讯息传达过去啊，避免误判，恐怕是两岸啊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生一个情况，这个六月都很忙啊，国安局忙得半死，要处理四个总统，一个蔡英文总统，一个昨天处理的陈水扁总统是比较内政问题，一个是可能是我们的李登辉前总统可能要访问日本，好，当然是秋天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再过几天就要去香港的马英九总统。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处理马英九总统要去香港的部分是由谁来负责？陆委会、国安局，来请。当然陆委会在香港有一个香港事务局，那是接待的。我现在只是处理说，到底新政府会不会让刚刚卸任阿哥修修没有还没有进入所谓的这个二十天的申请期限啊的一个马英九总统，到底能不能到港澳到中国？我先请教一下，他如果到香港去的话，他要拿台胞证吗？是。事实上，他也不需要拿台胞证。他不需要拿台胞证，他是被礼遇的。他就是，当然就是香港我们的国人，就像我们一般的国人到香港。好，不过刚刚所提到，到底是由哪一个单位来决定？我们知道，包括总统府、包括国家安全会议、包括法务部，都针对国家机密保护法，所以通盘各个部会来做出。那现在决定了吗？确定了吗？在目前还没有确定。那就你所了解，是倾向让马前总统过去，还是不让他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度困难的政治的判断，然后必须要忠言。第一个在520就职演讲才刚刚结束，然后在整个新的政府才刚刚在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应该由刚刚所提到的，包括总统府跟国家安全会议，还有相关的部会，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不要等他上了飞机，结果你们的核准都还没有核准，会不会这样子？他当然是趁着现在蔡英文总统刚刚上台，很多部会首长都还没有就位的时候，就出了这一招嘛。所有的我所了解的执政党的立法委员都大力反对，不是内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马前总统以现在的身份到香港这样子很敏感的地区去发表任何言论，不会只有讲新闻工作、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或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一定会被问到、被质询到有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他在香港讲九二共识的问题，那不是表示这是回马枪在打到蔡英文总统吗？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一块？我们能跟他讲说，敬爱的马前总统，你到香港去就去玩就好了，可不可以不要讲话？不可能嘛。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最后的判断？我们如果不在技术上，譬如说你应该10天前或者20天前申请来判断，或者你应该申请什么出入境证，这些都是技术问题除外的。你刚所提到的，如果我们面对现在的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的话，是让国人看笑话。所以我要请教我们的副主委，最后的决定判断的标准在哪里？你不要告诉我法律，我刚看了，法律都看过了，空的。当然这个时间是有压力，当然这个时间也不应该拖到一个最后。那什么时候可以决定？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决定？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包括总统府，包括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报纸，非常的清楚。包括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在今天6月6号，他们我相信会非常的快速。那陆委会的一个角度，假如马总统可以到香港的话，那香港事务局一定会提供不仅仅是尊严，对一个国家前元首应该有的安全 的相关的礼仪。不过他有一个前提，是假如政府到最后同意他去的话。当然，那如果不同意的话怎么办？假如政府不同意的话，那马总统会不会执意要去？看现在的态势，他是执意要去。如果不同意的话，他可不可以说，我已经是一般的公民了，我已经不是任何公务人员了，我可不可以去？我相信马总统他不会执意要去，因为最主要的，他是作为一个在520之前领导这个国家有8年的这个总统，他知道这个法律，他也知道这个政治的这个敏感度。所以你认为说，如果总统府的会议，应该是总统府秘书长了哈，跟国安会秘书长共同讨论出来，认为他不能去的话，那马前总统就不会过去是吗？还是有条件的放行，就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能讲国家的绝对机密、极机密跟机密等等这些话语，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政府，这个政府应该会做出最妥适的说明。假如说到最后是怎么样做决定的话，我相信各方的话应该都可以，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看这个角度，不同的角度，那政府为什么有不同角度的考量？那我相信总统府或者是国家安全会议，尤其是总统府一定会做说明。如果对两岸的紧张的情势，所谓的紧张情势有所缓和的话，是国人所乐见。但是如果变成是另外一种分化的起点的话，我想所有的党派大概都会跳起来，好吗？那国安局的副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因为马前总统是卸任的总统，所以他到香港去的话会派任人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维护他的人身安全，人权安全嘛。对，那万一如果我们的相关单位做出来决定说现在的时间不宜让马前总统到香港去参加这个会议的话，国安局会派人吗？如果不宜，当然就 不宜他仍然要去，我应该加这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探亲，如果决议出来，很多人知道他是香港出生，等等这些，或者是他有好朋友等等这些，
不宜的话，他以个人的行程为由，他去观光旅游。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哈，因为他个人本身，现在他依据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他不能够，因为他曾经是核定国家机密的一个核定人，而且是绝对机密，对不对？对，所以他应该要核定后才能够出去。所以这个假设，我现在说的就是我刚跟你提到的。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不管是政治的问题或是国安的问题，万一马前总统他获得的核准是有条件式的话，那国安局仍然会派员来保护他吗？还是就对不起，因为你没有获得我们国家的这个首肯，你不能去，你是私人身份，那我们国安局就不派员了？我想我们应该要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定啊，提供他相关的人身保障。那我再问一下国安局的立场，在这种状况之下，会不会建议马前总统不要在这个时间去香港？我想我们没有这个立场去建议哈，但是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资料给审查。哪一些资料？我们相关的审查单位刚刚副主委已经报告了，这些单位我们现在都在积极作业当中。那么未来的会议当中应该会有个审查机制。我知道你很守口如瓶，你能不能告诉马前总统说这一段期间啊，可不可以缓一点？因为如果他去香港，不管做任何言行啊，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来处理的话，只会加深两岸的紧张情势，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动荡，好吗？是。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林长卓委员咨询。我们请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冯部长。林委员好，部长你好。我想我就跟着承接刚才几位委员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我想还是要针对中国画设的这个东海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问题来继续了解一下。刚才部长是有说过去，或是到未来，其实我们好像是不会经过这个他们划设的这个 ADIZ 嘛。那所以我想要确定一件事，因为部长其实才上任没有太久，过去这一段期间，包括韩国、日本等等几个邻近的国家，他是经过这个 ADIZ， 但是他不跟中国通报，是这样吗？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嗯，那像我们到南沙等地的运补，我们是不跟任何人通报的。我知道，但是在东海这一块呢，因为它已经划下去了。是。那根据日本、韩国、美国的这一个他们公开的这个说明，他们其实是不管中国这样子擅自的这个划设，他们也经过，但是不跟他报告。那我们过去这一段期间是避免触怒他，所以小心的不经过，还是说我们经过也不跟他报告？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他会触怒他。而是说我们经过的话我们也不会报告。我想这一点会有两点不太 有一点不一样。刚才部长是有说我们都还没有经过，是过去并没有经过的这个案例。所以我认为过去的政府可能是为了不想触怒他，所以即便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领空是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尽量不去经过。但是这应该不会是未来政府的这个立场吧？不会，假如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就会经过，而且也不会去报告。所以我希望这个部长这边稍微再确定一下，因为如果过去是有经过也有跟他报告，这是一种情形，而且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安全上面是有疑虑的。我们凭什么这些起降啦，我们的军种等等有的没有的，这些全部都要跟他，我们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全部都要跟他报告，有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照您说的都没有，那我希望未来是我们即便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领空，即便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空域里面，也不用跟他报告，是应该是要这样子吧？是。好，那这我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清楚，因为我们跟日本、韩国乃至于美国这些我们的盟邦盟军的这个一致性应该要很清楚，要不然会让国际社会有一个误解。那再来，我想针对这个也是几个委员都有提到这个亚太安全峰会跟这个环太平洋的这个军演，针对这个峰会的一些资讯、会议内容、谈话，
相关的这个亚太局势有没有开始做一些研判跟这个走向？我们虽然不能参加了，是，我们每个礼拜啊，礼拜五都有做这些整个的研讨，而且我们国防部主持，然后我们三军都会来参加，这些也是列为我们的重点之一。那我想您应该有看到这个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他提到的这个亚太原则性安全网络的建议，而且被解读可能是未来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嘛，应该有注意到这个。有。那关于美方释出的这个讯息，你会不会觉得台湾应该要争取参与呢？我们从这个 RAMPAC 就是说我们希望参与，那么其他的地区当然我们适当的时间我们应该明确的表态。是，所以你认为在适当的时机应该要表态，对不对？是的，因为在目前的报告看起来它都是不断的在强调短期的这个工作目标。是的，那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步骤，那我会希望国防部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我们四年之内我们要争取到参与盟邦参与友军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军事工作的哪一些部分，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长期跟近期的。那目前的报告主要看起来都是近期延续性的，或者说近期的工作步骤。是的。那四年内我们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在这个报告里面并没有看到。所以这一块我希望比较希望这个国防部这边可以再研拟一份关于东海跟南海我们四年内的策略，怎么样加强跟我们的这些盟军之间的合作，应该要有一个报告。谢谢您的指导。而不是这个只是短期的。那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其实他也有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面也有释出善意，说想要邀请台湾担任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观察员。观察员。那观察员跟正式的这个参加国有什么不同？他是我们讲啊，什么事情都是要逐渐进的。你假如一次就参加了，或者我们也派了基建去了，我想这个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还是有。那么他也是试探性的，让我们从观察员到最后来参加，然后再派兵力去。我想他这个是做得非常的圆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今天算是有一个宣示，就是说其实我们长期来讲是希望成为环太平洋军演的正式的参加国，可以是这样说嘛，对不对？我们准备持续的要求跟申请，而且我们乐观呢，这个事情会成功。好，这一点其实就是我本席今天很希望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啦。是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接受到资讯，要邀请我们当观察员，那我们感觉这个欣然接受等等等等。我们长期来讲，是不是要追求这个目标，要有很清楚的宣示？当然是，即便在国际上面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让国际知道，我们在往那个方向挺进。是的，是，我们会努力。那在这个南海的局势的部分，我想在这边必须要再确认一件事情，在南海的安全与航行自由大概都是目前的基本的立场啦，看到的报告上面都是在谈这个我们的航行自由、南海的安全，但是在不违反台湾利益以及上述刚刚我们讲的前提，你认为我们现在在南海有没有跟哪一个这个邻国的关系是比较接近的？我想就周边国家来讲啊，我们大概跟越南呢、比较有接触。菲律宾呢，我们当然经过愉悦的谈判等等的，我们也几乎变成一个伙伴的关系。是是是是，我想这一点是本席在这边其实是比较乐于看到的一个方向。是，因为过去慢慢的会让人觉得我们是不是跟中国站在一起？那我们在捍卫我们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的盟军到底是谁？谁愿意帮我们讲话？这一点其实要很清楚的，有一个这个策略。所以如果说我们跟越南、跟这个菲律宾，乃至于其他的邻国，能够再加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我相信对于我们自己领土的这个安全，包括这个太平岛的安全，其实我认为是比较这个有保障的啦。是的，是。好，那谢谢部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下那个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次长，委员好。好，次长你好。是，关于这个南海这个国际仲裁案，可能最近会宣布判决。那我想了解的是，外交部对于这个判决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怎么样的评估吗？有，我们有拟定一些相关的那个 scenario。是，所以如果他判定这个判决对我们有利跟不利，大概我们会采取怎么样子的回应？是，那这个，这我们现在是评估是内参啦，是，
所以还不适合公开来说，就对。是是。好，我想在这边我要特别了解跟强调的是，过去的政府在强调太平岛的这个主权的时候，一直这个使用的这个很多的论述，他常常追溯到中国历史啊，自古以来怎么样哦，清朝的游记、墓碑等等都拿来做证据。那我想这个并不是很严谨的论证，而且这个可能会让我们在国际的这个公信力受到质疑。如果我们都是拿墓碑、拿游记这些来掺杂在实际的控制的话，那而且最重要，我们有看到这个 CNN 在这个太平岛现场的时候，几个国际媒体的访问就问说，那这样子是不是代表说台湾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发生？是不是你来这边是在帮中国讲话？所以我在这边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外交部在我们接着要继续主张对于太平岛的这个主权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承袭这个跟中国一模一样的论述，还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有公信力新的论述？我想我们主要要强调的重点就是，我们太平岛是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第121条有关岛屿的定义。我想刚刚委员讲的很正确，就是我们要就是引用国际法。对，所以我们原则上未来的论述不会再去讲到说，哎，清朝以来哦，谁在那边的游记，然后哪边看到有汉字的这个墓碑等等这一类，然后跟中国的这个说法完全结合的这一种论述嘛。我们应该会是以实际的控制国际法的这个论述，应该会是这样吧？我们就是强调国际法的论述。对，我是要确认哦，要不然到时候我们写出去又跟中国讲的一模一样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是 不会再去用那些有的没有的这些清朝的这些游记。我想重点还是在强调这个我们符合联合国这个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有关岛屿的定义。我知道，我在这边最后我要再说明一下，台湾过去对于任何领土的主张，不管十一段线，或是历史上自古以来怎么样，或是再加上对于蒙古的这些主张，都是一种很虚幻的。这个在我们国际之间，最后国际根本不会管我们怎么主张的啦。国际之间不会想要听我们怎么讲话，因为我们讲的太可笑了。十一段线的这一种主张，有谁看得下去？哦，游记、墓碑，要派人去蒙古那边驻守，各式各样的这个说法都不是实际。台湾为什么对这些地方拥有实际的控制的主张？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强调，我知道这个次长讲的比较模糊，但是本席的立场，我相信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是，我希望能够那种虚幻性的、梦幻性的，已经跟历史偏离历史事实、偏离我们的这个台湾人民这个主张的事实的时候啊，我希望那一些空想哦，就不要写了，尽量就是能够在底下这个国际上哦，一旦卡起的讲法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你出去讲的时候，卖红笑，卖红讲啊，你即马就是中国细汉的安尼。你出去就是讲台湾是安尼主张嘛，啊，出去讲的时候，大家嘛会甲你拍扑啊，拍扑啊，啊，听有安尼啦，卖讲迄种天方夜谭的。是是。这个部分，如果未来外交部是承袭过去的这个说法，那本席一定会非常强烈的这个抗议。谢谢。是，谢谢委员指导。好，下一位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请部长，还有国安局，还有陆委会。请冯部长，国安局副主委，陆委会，国安局副局长，陆委会副主委。部长，早上几个委员也提到了哈，针对这几天香格里拉的对话，我们这国际的论坛，哈，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啊，这个会议主要的目的。你有清楚了吗？好，这三天呐、啊，办了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对谈，这个是对整个我们的国防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网，对不对？对的。是，那我们中华民国有派人去参加吗？我们有派人去参加吗？我所知道的资料是2012年有，到现在没有，今年都没有。哎，我们台湾的人有没有去参加？你不知道。我想有学者去。学者去，哪一位学者？我们以前的智库有一位杨念祖杨博士，他是前部长啊，哦，前副部长，所以虽然当过8天，还是我们的前部长。是的，对我们国防
也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派学术的团体去参加。那未来我们国防部如果是明年部长会派人去参加吗？我们可能会向这个伦敦的总部啊提出我们的申请。申请嘛，你要申请他就会邀请你嘛，所以我们要主动去申请啊。是的，这个非常重要。是，这对我们的整个安全的国防的一种防护，我们要去了解，在这个平台上大家用这个互信来讨论这个事情。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参加。是，好，那尤其是特别的美国国防部的那个部长卡特啊，他在发言的时候有表示，美国计划建构亚太地区的原则性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路，本席就想到我们国防部不是在成立第四军种吗？是的，这个也是安全的网路，对不对？是的。那这个我们会不会主动的去参加？鲍委员，台湾的地位啊，在这个第一岛链的中间非常重要，这个网路他们少不了我们，我们当然也愿意参加。我们会去参加？会的。那如果中国大陆也参加呢？那他参加他的，我参加我的，我保持我的主权要参加。是，部长，你说得很好，我们不能够自我孤立啊。国际的空间，国际的地位，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才能够整个国防作业才能够更加的升华提升，对不对？是的，谢谢指导。所以这个部长你要参加，这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本席也想问一下，我们针对我们南海的一些在中国在南海所有的一些宣言啊，部长你有没有了解中国大陆针对在南海的行为的依据是用什么做依据？他以主权做依据嘛，主权做依据，他认为那些他自己有在跟东协的几个国家签署的时候有南海各方行为的宣言，这个些行为的宣言就是什么，你了解吗？就是他们要共同开发那个地区，他们也这么说的，要和平开发那个地区，是要有在领土上啊。那现在领土的问题就关系到我们台湾我们自己领土的主权。是的，这个南海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包括是香格里拉的整个对话也在讨论我们的南海。是，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主权，也不能矮化我们的主权。是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来关心哦，尤其是我们要自我克制的，就是像里面有提到包括的是在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他的自然构造上采取的居住的行为，这个就是提到太平岛，这个就是提到冲之鸟礁的问题。所以本席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的国防部，我希望我们的外交部不要矮化我们的主权，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国际上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主动啊。那尤其是像我们的冲之鸟礁，现在外交部不敢讲了，叫做冲之鸟挂号未定，哦，这个我们的地理位置未定。那如果说今天在 CLCS 他只承认冲之鸟以北为日本大陆礁城的延伸，这样子而已哦，我们中华民国我们自己就一直用尊重尊重再尊重的方式来同意 CLCS 的决议，宣告他们就是冲之鸟嘛。那如果相对的比较下来，太平岛呢？太平岛我们经过联合国经过海牙国际的法庭判决，我们是太平岛是属于我们的，那要不要赶快的来主张200海里的经济海域？要不要赶快的主张，赶快的主张200海里的经济海域？部长，对，你说呢？事情我想请问，同样两件事情，是在这个情况我们就矮化退缩，冲之鸟连叫都不敢讲。鲍委员，我们国防部是绝不退缩的，譬如说你派军舰我们派了，现在马上海洋法庭就会来判决，判决之后呢，部长请你在这边宣誓，
我们会立即主张太平岛200海里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经济海域。请委员放心，我会这么大声的讲。好，您这样讲，本席就放心了，因为我们不要一直媚日啊。台湾的主权，所有的国家都在讲南海的问题，这些南海的争议，我们自己的立场站不住，怎么去发声呢？所以接下来，本席要问到两岸关系的，这也是我们的立场问题。陆委会，我们请部长冯部长，您先请回。陆委会，现在的两岸关系怎么样了？你说一说吧。现在的两岸关系就像是委员还有国人所见证的，他经历过一个调整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不管是国台办跟中台办，他们的发言还没有完全把这个门把它关闭起来，然后他们还在等待，所以没有关闭起来，表示你有在跟他联络吗？你的陆委会、你的海基会有跟他们热线吗？热线这个门、这个电话、这个线路还是畅通的吗？你有联络过吗？当然，你有联络过吗？不要跟我讲官话，直接回答问题。当然，陆委会还有海基会，你打过电话没有？都会有。你有没有打过电话？我本人没有，但是我的同陆委会有没有？我们陆委会有不同的层级，包括打了电话没有？这热线你用了没有？当然，当然有打电话。有了，有通吗？有讲什么事情吗？当然，就我们有没有通？就我们所关心的议题，向对方表达有沟通了，但是对方有电话沟通吗？但是对方他的回应不像我们，就是要他关心的问题这么的具体，他们基本上就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热线你一样有在联络、在沟通、在使用，电话打了也有谈到一些问题的处理，是不是？热线没有啊，但是刚刚提到了，包括那你用什么方式？处长的，你用什么方式联络？包括电话，当年通了没有？那你跟他说没有？包括电话，电话有通吗？包括还是响了几声就没有人接？当然，当然都会有人接，有人接，所以你有沟通了是吗？但是沟通的话，必须要是双向的。双向，所以你之前陆委会传了六十几份的文件过去，有回应你吗？有回应你吗？在我们可以看到，你直接回答问题。在我们看到这个报纸有没有回应？所以今天两岸的关系完全看不到海基会、陆委会所有的回应，只有看到媒体的放话，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那你陆委会、海基会都没有在做事的话，裁撤掉好了啦，预算都不用审了。委员，我是不可以回答，很简单。所以你这六十几份的所有的资料传过去的，有没有回应？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要再官话闪避，再闪躲我。那等于是说，现在最流行讲的已读不回嘛？已读不回是不是这样子？委员的指教大概就是实际，大概就是这样子。对，那就是两岸目前的关系是没有互信了，是不是没有互信了？谈不下去了。中国大陆内部还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内部他们有认为这个是已经是相向而行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当然。两岸要互相的，所以你的陆委会只不过是换了主委跟副主委，你们处长、科长都还在嘛？海基会现在是缺了个董事长而已啊！你所有人员都在啊，你以往做的联系的那个管道，你都没有在使用吗？你要知道，30几万的台商，还有一些人被关到那边坐牢的嘞，他们自身的安全，你们没有去维护吗？去关心吗？这个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关心你没有去做啊。报告委员是有，就是包括跟台商的联系。我是说，两岸官方的联系的热线，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热线，让你陆委会跟他们国台办的热线讨论事情的热线，你们电话都没有打通啊。这个热线在过去，从马习会之后也只有4次。
所以这个一定会跟国人好好的用啊，没有用啊。那你现在层级呢？你所有对话，你现在对话层级到哪里？层级在哪里？我刚已经跟委员报告过了，包括我们会把我们所关心的事项来透过电话传讯，然后要确认传讯，人家已读不回，你要传讯，你们交代一下做的事情吗？这个是我们陆委会在持续在努力，你要两方互相的沟通啊，才能够处理事情。蔡总统说要处理事情啊，解决事情啊，那你东西传过去，电话打了二十几声不回，没有人接，已读不回，你这样就叫交代了吗？这当然不会用这样交代，不过从北京的这个角度，那你现在层级沟通到哪里，你就讲不出来。从北京国台办这管道你有用吗？所以两岸关系到底要不要继续用嘛？你若不要用，陆委会才撤掉了，海基委没有用啊，底下所有的人都没有动哦，都是现任的哦，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不做呢？台湾的安全，中华民国的主权。如果是这样子啊，裁撤掉就交给外交部好了，要你们做什么？跟委员报告，陆委会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他们在过去从整个政党轮替，没有因为政党轮替而放弃他们的努力跟沟通。当然，我们的国防外交没有蜜月期的，这是蔡总统讲的。结果现在问你两岸关系呢，你一直避而不谈，跟我讲官话。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打几通电话？传几份文件，这样就交代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下次的预算都不要审了，交给外交部就好了。还特别成立了陆委会，还机会有作用吗？好，时间到了啊。下一位，请陈廷飞委员质询。陈廷飞委员质询完毕后，休息十分钟。谢谢主席哈，我们请陆委会副主委。陆委会副主委，请。是。副主委。是。已读不回好像不是现在才发生哈，好像过去就是常常已读不回哈，应该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对啊，把我们的善意让对方知道。所以不是520之后才已读不回嘛？其实在520之前常常就已读不回了，而且常常电话热线，当时候马英九宣誓的热线往往都是通不了的，在重要的事情当中它是断线的，所以这个热线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也不是520之后就不存在的，所以你要讲清楚啊。是520之前跟520之后基本上常常从过去到现在也就是已读不回，所以我们一直在质疑说，在马英九政府所讲的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到底改善在哪里？是改善了我们台湾一直让利，是如此吗？我们有得到中国比较善意的对待吗？我们似乎看不到。我们飞弹有少吗？没有，更多。所以我请国防部部长，委员早。飞弹有少吗？在520之前，在你们所依照你们的报告资料里面，飞弹有少吗？没有减少。没有减少吗？是。所以所谓60年来马英九一直强调两岸的关系是最好的，两岸关系最好应该是关系有改变，可是我们从一些外界的因素来看没有改变啊，飞弹没减少，然后呢，我们对于所谓的协议就是要看中国的脸色，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担心，从520之前常常已读不回，热线没接通，现在也是如此。当然蔡英文执政之后我们去改善，所以从520到现在才多久的时间？没多久嘛。对，才没多久嘛，所以我们有期待。而且今天所讲的东亚议题，其实东亚地区涵盖的有韩半岛、台海，
还有南海三个冲突热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关键，甚至去把它做一个防堵甚至观察观测的一个很重要的观测点。是的，我想请教一下，在韩半岛的部分其实现在的局势也蛮紧张的，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嘛。是，因为我们看到北韩的态度一直在改变，所以北韩的态度似乎在整个我们东亚地区也有那种氛围是一触即发。那请问我们现在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鲍委员，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啊，要把我们防空识别区里面对于中共的活动的情形啊加强。另外呢，我们非常欣慰，这个北韩所有试射的这些飞弹呢，大概五分之三都是失败的。这个也让我们觉得啊，它要军力成长或者核武的建成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依照我们现在，我们有掌控所有的情势吗？是的。没问题，没有问题。好，那在南海的部分，南海的部分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有很大的动作，除了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今天大家一直在谈的香格里拉的对话，这个部分也是为了南海议题，也是为了南海议题。那么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对于中国在南海的动作，第一，它加速军事的部署，那我们怎么应对？鲍委员，我曾经问过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在国务院做事情，我说什么是你们美国的利益？他说美国的利益是非常简单的，全世界的地方啊，我们都可以通行航行。那像这个东南亚的地区，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峰会中间，美国人强调这一点，我们美国人要的不多，我们要我们的船舰航空的飞机都能够安全通过这个公海。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今天才当国防部长，假如我十年前当，我早就把太平岛建设成比这个岛还要再大，变成我们的一个据点。那么现在我能讲的是，我们除了征收这个敌情的掌握之外，我们要加强这个外岛地区东沙南沙的运补，而且我们会搁置他所谓的这个东他的这个南海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不会接受，不承认，也不会给他报道报离，这是我们应有的做法。所以南海的航空识别区这个部分，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我们绝对要强力的抗议，绝对不能允许南海航空识别区的一个公布，因为当时候我们的态度非常的软弱，在当时候当东海识别区被公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非常软弱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必须要有所不同的态度，是的，这个必须要很强硬的表达，我们绝对坚决的抗议。而且他在强化岛礁建设部分，他用人工礁的部分是把我们的太平岛包围起来哦，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处理？我看的那些图啊，还不能够说是把太平岛包围起来，而是说它的这个势力啊，却向南伸，确实是一个事实。那么相对的而言，我们太平岛上面的防卫兵力及建设都比较落后了。那这个怎么办？我想我们在做一个战略的检讨，我们想持续啊加强这个海巡署来建设这个太平岛。给您报告的是，我们六月底跟七月初，我们就会派海军的军舰呢，协助海巡署把它所需要的弹药，四零高爆的弹药40,000枚，当然这个数字是不应该讲的，但是我想我们会尽快的在一个月之内把它运到那边去，应急备战。所以我们会在太平岛的部分加强我们整个战备。我们会继续，会持续，对的，一直。因为其实现在很清楚，在南海这一块，如果我们太平岛这个位阶没有把它确立，而且没有把它加强的话，基本上我们的作战位置是会受到影响的。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那么他们基本上也加强设立国际法庭及海啸预警中心，要合法掌控岛礁，这是中国的做法。是的，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因应？鲍委员，我们在太平岛上面呢，
也有天气观测的雷达，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敌情征收的设备。接着呢，我想我在这里顺便就要提出对前面两任部长啊，就是汤部长跟李杰部长，他们对这个和平岛的建设，对这个太平岛的这个建设，当初我们破除万难去建设它。我想假如今天我有机会的话，我也要把这个岛建成跟中共一样的，至少我飞机起降没有问题，上面还增设一些新的武器。所以这个部分是部长你想要做的。是的。但是有没有机会达成？因为这个部分牵扯到整个我们战备位置的规划。是的。还有我们的预算，这个部分有可能达成吗？现在已开始在编明年度的预算了，现在这个会是摆为我们现在的重要战备的一个补充地点吗？会是吗？鲍委员，我想啊，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新政府上台以后，不光是谦虚，而且接纳我们很多下面的意见。那么国防部有这个需求，我想新政府一定会支持。所以你认为这是现在我们的部长想要做的，而且也要积极而为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个机会。部长，我们期待了哈，因为其实在南海这一块，我们一直看不到我们的积极作为。是的。所以今天似乎我们就是被挨打的份，这是我们很担忧的。然后中国一直在加强他的一个武力战备。是的。但是我们台湾自己似乎没有办法举出对我们自己在战备位置有利的一个观测点。所以如果今天太平岛是我们未来要去加强，而且在南海这一个区块，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要把太平岛把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所有战备位置补强的话，那么就要赶快报行政院去做一个核备的动作啊。谢谢。因为唯有核备之后才能给予比较多的支持，否则很有可能你国防预算似乎又会被排挤掉。是的。所以如果被排挤掉，好像似乎又不是我们想看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防部的战力跟战备是能够给予台湾更大的保障，更大的安全慰藉啊。所以这个部分麻烦我们的部长努力一下了。是的。那我们请外交部。外交部次长。是委员好。次长，七月份我们就要开始展开了我们跟日本的海事谈判，对不对？是，现在正在筹办。现在在筹办，我们的态度，我们态度是什么？是委员是指哪一部分？在冲之鸟这个部分，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想我们政府最主要的就是维护这个我们渔民的渔权，维护渔权嘛，是，是非常重要嘛。这是我们这一次在海事谈判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从之前在海巡署、在国防部，基本上刚刚部长也讲了嘛，我们的军舰护渔一定也没有问题。我们海巡署相关单位，还有我们的这个渔业署，大家的护渔行动绝对没有问题嘛。现在就等待我们外交部，我们在渔权谈判还有海事谈判的部分，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有信心吧。但我听你看好像不是很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啦？有信心。这才是对啊。是。你有信心渔民才能安心啊。是。否则现在似乎都被做文章，好像我们不跟渔民站在一起。基本上跟渔民站在一起的是民进党啊，是民进党政府啊。在我们看到整个事件发生到目前为止，在520之后，我们才开始展开所谓渔权谈判跟海事谈判，是我们更积极而为啊。所以我们积极而为一定要给渔民有一个更安全安心的交代，是，所以一定要为捍卫渔权尽到十足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给外交部的期待。是，谢谢指导。谢谢。是。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十分钟后我们继续质询。
还有五十。好，我们继续开会。下一位，请杨振武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请外交部次长。请次长。次长好。次长，我想这样。很多我们本院的同仁啊，还有媒体最近都很关注，就是我们跟日本之间的一些问题嘛，哈。是。包含上个礼拜吧，林院长在回答到有关慰安妇的时候，好像也有口误，后来有发生，我们行政院也发了一个更正稿嘛。是。那我想还是先了解一下，我们外交部对慰安妇这个部分立场是怎么样？我想我们外交部向来的立场都很明确啊。第一个，我们是要求日本能够第一个道歉，第二个赔偿。第三个恢复我们我们受害者的名誉，那第四个就是照顾他们的生活。好，好，好，立场非常明确哈，所以哈，那就是你们失职啊，没有把你们这么明确的立场先跟院长报告，所以你们下次要改进了哈，不要因为院长是新人你们就欺负他哈，啊，以后院长这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涉及到我国立场的事情啊，你们要尽责一点了，该赶快跟院长讲就要跟院长讲，如果不是，那就是哈凸显了院长他的心态啊。他的心态不仅是无知啊，而且哈，这个心态哈，只重在对内的一些事情，对日本哈，我觉得心态可疑啊。所以你们自己看看吧，看你们是哪一种状况。另外，我再请教一下哈，刚才你也说了，就是你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哈。那在去年，我们也知道日本宣布对韩国这个争议数十年的这一个二战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协议，不但道歉，还提供了补偿金，但对我们一直没有嘛哈。所以本席在这边也要建议外交部，基于专业的立场啊，还是要跟我们的新政府好好的建议一下，不要只顾着做这个内部的什么转型啦、啊、这一些东西，对外的这一些涉及到我国立场的，还是要赶快跟新政府来报告，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态度。是。那次长，我再请教一下哈，不论是日本在不愿意对我在对我国籍的这些慰安妇道歉赔偿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在对我渔船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被日本扣船的事情，或者是2012年强行将我国的钓鱼台收归日本国有等这些举动，这些事件本席是认为都是日本对我们不友善的态度跟作为。本席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我想我们是一直都在跟日本沟通了。刚刚我没有问你，我没有问你做了哪些沟通。我是说，本席认为这些都是日本对我不友善的作为跟态度，你同意吗？我有这么为难吗？这些事情，冲之鸟扣我们的渔船，不愿意对慰安妇赔偿，将钓鱼台说是他们的，这些事情要请你回答说是不是不友善，有这么困难吗？冲之鸟扣鱼的案子，我们有严正的。我是说这些事情。日本算不算对我们不友善？算不算？有这么为难吗？好像在这里讲出一句日本对我们不友善，就很担心会回去会被打脸。任何双边关系都有这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了。这个的确是。我是说，就这些个案来讲，是不是不友善？有那么困难吗？我们是有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啊。哦，所以外交部针对我们的渔船被扣，外交部针对日本说钓鱼台是他们的。外交部针对慰安妇的事件，不认为说不友善，只认为有不同意见，是吗？我没有说不友善，我们有严正的表达我们的立场。啊，立场是什么？
我们这样以冲绳鸟案来觉得我们这几个案子我们都有表达立场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认同嘛，对不对？是是啊，当然他不友善我们才会不认同嘛。哎啊，他友善你认同什么？你不认同什么？我想是有起见，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好了，你们一直闪躲，我知道你们现在也很为难了，怕讲了之后等一下又被勒令封口，所以我知道你们也很为难。这样了，碰到日本你们就什么都封口，那我只好你们不敢做的，我们来做好不好？我本席有提出了两个法案哈，来看一下。这个抗日双法不是我写的哈，是媒体写的。本席的意思是，本席理解到民间对台日关系的忧虑。本席理解到行政部门现在碰到日本就要进口，所以既然民间跟行政部门都不敢讲，就由立法院来讲，所以提出了这两个法案。第一个，虽然我们跟日本没有正式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没有签这些正式的外交的这一些应该是说了不能缔结条约，只会签订协议，但是在本席讲的这些诸多我们对日方的疑虑之下，那我们最近又要渔权谈判，我们最近又要什么从日本进口这些福岛周边的食物，这些都是我们透过日本媒体才知道的，国人普遍觉得疑虑哦，普遍觉得黑箱哦。你去看看前几天的报纸，包括联合报的社论也讲，台日之间不允许这些黑箱的交易哦。啊，那针对本席为了协助你们解套，提出这一个严格的监督条例，这个是参照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版本，在事前、事中、事后都有完整的监督机制。来，次长你怎么看？我想就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去年七月已经有通过一个条约的缔结法。那在条约的缔结法，就是，来，你说条约缔结法，那我问你一下，陆委会有没有代表来？来，副主委，请教一下，我们有通过条约缔结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订两岸的这个协议监督条例？说明一下原因，简单的就好。两岸监督条例最主要是针对两岸，对嘛？那有这些缔结法的规范的，为什么还要另外设一个？我没有说你这个，我没有说你设这个不对哦，我只是要问原因，为什么要？你们弄一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你主管机关都不知道弄它的原因哦。两岸，你们今天很可爱，不是进口就是不知道。那个杨委员，当然就是两岸监督条例，我帮你回答好了啦。我帮你回答了啦，你们一个在那边不敢讲，一个在那边不知道怎么讲。这一个是因为我们跟两岸的关系比较特殊，我们怀疑大陆对我们有敌意，然后加上我们跟两岸之间有很多协议，国人普遍充满疑虑，要防止黑箱作业，对不对？是这样吗？可以吗？可以。好，那外交部，我刚才讲日本的这一些，我刚才讲的这些立论的理由，跟台日之间就不存在了吗？按照上面我讲的几个事件，我想委员关切的是是不是有黑箱的这个作业啊？那我刚刚跟委员想要说明的，就是我们去年七月通过那个缔结条约法的话，跟外国人就是不会有黑箱的问题。所以你认为大陆不是外国人就对了。我现在是讲了日本。日本。好，那我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个条约缔结法，但是因为如果国人普遍对我国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有疑虑，对可能将来进行的谈判觉得不放心，还是会另立专法嘛，不是吗？是，我们尊重这个立法院。所以本席是问你，本席提出这一个条约缔结法，台日之间的条约缔结法，你条约缔结的监督条例，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尊重委员的提议，这样。所以你是认同的？我们就尊重。好，所以本席在这边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在接下来我们还有渔权的谈判，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些食品的进口。还涉及到钓鱼台，还涉及到这些相关，我们跟台日之间，拜托你笨巴拉人殖民格呢？虽然有的人觉得他是日本人，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觉得我们是被殖民呢。这样曾经殖民过我们的一个国家，我们不用防范未然吗？你敢保证说，就你外交部的立场，觉得日本从来不会对，以后再也不会对我们有威胁吗？不可能嘛，你不敢讲嘛，对不对？那既然不敢讲，我们又涉及到要跟日本有那么多利益关系的谈判。那这样的一个监督条例非常非常的合理啊，也希望到时候外交部的立场也要多予支持啊。另外除了这些争议的事件之外，本席也发现了一件事。本席在看之前也是我们金门的立委杨应雄有提到一个法案呢。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多争议，其中包含一个我们跟日本之间钓鱼台的争议。我清稿姐，人家日本还花了几十亿啊，自己在自己的国内去买钓鱼台啊。
主张钓鱼台是他的，我们做了哪些努力？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表示遗憾啦、表示不同意见啦，我遍查了哈，你上法务部的那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去查哈，我国没有任何一个法规有讲到钓鱼台耶，不管是宪法、法律、法规，通通没有耶，怎么办？人家至少还有动作，我们只会在那边讲说钓鱼台是我们的，但是遍查我国明文这些相关规定，通通没有耶，所以我提出了两个法。第二个法哈，就是要透过离岛建设条例明定我国离岛有哪一些，其中包含一个钓鱼台，你觉得怎么样？哎、欸、啊，那个在发呆。啊、没有，是尊重委员的。哎、欸，啊，你来这今天也要讲尊重，啊，我传一台录音机，你底下得尊重的好啊。我是问你外交部的态度怎么样？我还是尊重。嗯。哎、欸，不是今天我笑，大家拢在笑呢。你等下得尊重。如果本席提出啊。哦欸、外交部，你要有态度啊！你不是只有一直尊重啊？我钓鱼台是我们那个固有的领土了啊，所以如果说钓鱼台是我们固有的领土，把它在我国的相关法规中明定，就从马明的委员啊，本身是离岛的对不？我来那个离岛条建设条例的修正案明定离岛范围嘛，把它放进离岛里面怎么样？是，是哦，好哦。哎、欸，搁在发呆，你来给他看，到时候。你针对这一个事情，你除了尊重之外，有没有什么看法、啊？我想我们现在在不管是东海或是南海，我们的政策就是这个搁置争议，然后共同开发。本席希望哦，这个标准能够放到哪里都准了哈，搁置争议，让国家继续往前走。不管是在东亚，不管是在两岸，不管是在内政，我希望大家都秉持这个原则往前走哦。谢谢。是，谢谢委员。接下来，请徐志荣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冯部长，请冯部长备询。部长好，委员好。部长，首先请教你，这本是美方的。针对我们中共军事部署以及军力的这个评估，当然我想有可能是他有比我们强项的地方，当然可能也有说，因为我们三军主要的现在潜在的假想敌也就是共军嘛，可能也有我们这个情报比他厉害的地方。是的。那我们中美两方有关对这个有没有互相交换一下？情报还是什么？你的比较我没有的，我有的你没有的，我们双方之间有没有再交换一下？鲍委员，这个事情不方便在这里公开的答复。我想你一定知道答案。我当然知道，好，部长，不然就不为你那个了。部长，我想请教你，我们五二年以后，在这个两三个礼拜。内我们蔡总统都去督导了我们海陆空各军种了哈，这个是总统府主动要求的还是我们国防部替他安排的？我们国防部有提建议，尤其是在这个端节的前后，那么总统府欣然的答应，总统也很高兴。好，但是有媒体指出，这个蔡总统的这个是借由四岛这个部队是有点来进行收拢军心的工程，你认为他这个讲法？鲍委员，我想这样子回答您的问题。蔡总统从加山回来以后，前任的国防部长汤耀明汤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总统讲话讲得好好，他说我都感动了。”可见得、啊、你看我们把汤部长称之为老兵好了，连老兵都感动了。我们怎么能够忍心让他的这一个四岛部队变成收拢人心？这个我想，我不忍心讲这种话。好，但是我们回顾回去，在红岸的时候，这个应该不用我问你，大家都认识的人了哈。当然，我们大家都认识了哈。头上绑着什么，应该你也看过吧？是的，发音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字。我也不方便请你解释为什么用那个字了。是的，哦，大家
也就心照不宣了。是，在我来讲，有时候啊，为了选票啊，有这个举动啊，实在来讲也不足为奇了。你认同吗？报告委员，我觉得自从总统上任以后啊，他对我们军人的关切、福利的关注，都让我们亲身的感受到了。好，我是怕说有当初有这样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三军背负了这个包袱，几乎啊上上下下都给社会各界在责难当时批斗就严重一点了，批斗我们国防部的人啊，现在都当我们的长官了。我担心的是说国军会不会现在有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会有这样的疑虑吗？报委员，没有。你看我离开十年回到国防部，我觉得我们国防部比以前进步，而且到部队去看呢，战力也坚强，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知道为何而战。好，没有就是最好的了。但是国军是保卫我们国家重要的支柱，就是有，当然每一个部位都是有什么错的地方了，就是有错啊。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去批斗军人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是的。那我们蔡总统也说要提升我们军人的尊严，我请教部长，要怎么样来提升我们军人的尊严？报告员，您看呢、啊？这两次到外面，总统去巡视部队，这个不论是走到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让司令、让指挥官充分表达他的意见，而且总统也跟大家握手致意。这个就是他明确的表达，你看我总统都尊敬你们，我们的老百姓看到了，电视上传播了，也会深同感受，至少他这一点已经表露出来了。他是三军统帅，当然我们就是要全力的支持他，但是我是希望我们国防部也好，总统也好，提升军人的尊严，不要只有说法，都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在这边建议我们国防部是不是请我们总统就直接以后督导我们军中的人权事务，落实我们国防改革的第一步，好像当初有这样的诉求。报告委员，这部分呢，我想我们不但持续改进了，总统也曾经表达过他要增加我们所有这个人各军种的这种福利，而且他在政策里面讲了一句非常感动人的话，现有国防部的人员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所以我想这句话讲不是用平白讲的，他也私底下公开都会讲，他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子增加我们军人的待遇，增加我们的职务官舍，是不是持续我们眷村的改建，还有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应有的娱乐设施都应该有，他这个关心到了这个程度。志龙在这边乐观其成，希望我们总统讲出来的都可以落实，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就好，好不好？是的，是的。部长，还有我请问，也请那个我们外交部的常次好吗？次长，别请。我请问一下，部长跟常次，我们太平岛是岛还是礁？这个可能不用问吧，太平岛。这个本来是外交部应该答的，我给委员报告，这是太平岛，我们马上要去给他运补，当然是岛，当然是岛了哈。太平岛现在是属于我们的行政区，是属于高雄，哪一县是哪一区？高雄县的旗军区的，高雄市旗军区的管辖区是中心里是。中心里面还有涉及一个人在那边喽、哦，是，有、哦，请委员指示，有是有一个副理事，有一个副理事，是有一个副理事涉及在那边喽、哦，是的，他还有投票权喽、哦，是中心里南沙一号。过去几年，我们主张太平岛是我们的领土，做了不少的努力，包括我们的陈前总统。我们的马总统亲自登岛，还有请媒体怎么样子去太平岛，再的就是
要强调太平岛是我们的。那这种在这边请教部长或者是常次，我们是不是也要建议我们的蔡总统有时间方便的话也安排一下到太平岛登一下宣示一下太平岛是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的，有这样的安排吗？报告委员，我不想说这个问题让外交部先来答，因为总统要去啊，一定会坐飞机或者坐船，所以呢，我外交部来回答。这个我们可以建议在适当的时机。部长，那个太平岛是我们的，不是出国访问的。是的，这个不用外交部回答吧？这个外交部想回答你请。我们想回答。到自己国内访问跟外交部有关系吧？外交部有时候会擅示主权。是。那外交部要回答吗？有准备邀请我们？我想以前有以前的时空了，因为当初最主要就是因为菲律宾向国际的仲裁法院提出了那个法案，然后在他延迟辩论当中有把我们太平岛贬义成为一个礁岩，所以我们在那个时空下我们的长官就是前往做宣示主权的运动，宣示主权的作为。我想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当然会建议的。建议，然后蔡总统如果不方便去的话，至少我们国防部长、我们外交部长至少也要去一下了。报告委员，我们的主席啊，今天已经建议我哦，他说适当的时机啊，要我去，到时候我会邀请所有的委员跟我一起去。是，我也报名。好，那市长就请你先回好吗？我们这个从马总统到各部会东太平岛，这个一直以来对东海的问题，马总统提的是东海及东南海及东海和平倡议。东海和南海和平倡议的四项精髓啊，主要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付费、共同开发。这是520，我们的蔡总统好像把主权在我这四个字就没有提了。鲍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说这个主权是我们的，连全世界都知道，包括这一次判断太平岛是岛礁，是岛而不是礁，那么也显示出我们的主权是在那边的，就不要一直在讲。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是我们的就不用一直在强调，本来就是我们的，不就不争的事实，我不需要强调这样的意思了哈。是那个仲裁的结果，好像听说最近也要出来了。这个这个假如仲裁的结果可能是外交部要承担这一部分的这个解说。好，那请市长再麻烦你一下，万一仲裁出来是岛，皆大欢喜，本来就是我们的。是，万一仲裁出来不是岛，如果说是礁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有，我们内部都已经有做了。万一如果是判到是礁，我们怎么因应？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仲裁的判决啊，有利的跟不利的，我们都有内部都有沙盘推演，我们有做出因应的那个策略。会对应的很好哦。是，因为主权在我就不用提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如果跟我们判到是礁的话，那是很大的事情喽。对吗？是的。对，那全国可能对国际上我们要有所强烈的抗议还是反应喽？是是，一定。好，因为时间到了，有一些。好，谢谢，谢谢。好，下一位，请马文君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国安局。
国安局 副局长。副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我们的报告里面的结语，其实它里面的意思是认为，因为我们在结语里面有提到，纵观东亚整体局势，在中共综合国力快速崛起、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各国主权意识高涨等等因素的交错影响之下，未来区域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变数跟冲突的风险。所以就我们这个报告的结语来看，国安局是不是认为其实中美的冲突是无法避免？不能说无法避免，但是冲突一直存在。但是这个冲突啊，双方啊，经由最近他们互相接触的这些过程来看啊，他们应该会极力控制这个冲突，而不让它这个产生实质上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冲突。我想应该是斗而不破的一个原则。虽然大家都这么的一致的看法了哈，不过因为其实像美国其实也都希望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争议，那中共当然也不希望挑起一些争端。不过就他们在水面下，比如说现在其实有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中国、包括美国等等，其实所有的潜艇都在南海区域在下面其实活动非常频繁，我想国安局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情资。那就这样子来看，除了这些以外，不管他们在整个一些主权的争议，对于岛礁的争议，还有很多其他在水面下的这些活动啊，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就是说目前其实习近平准备片面宣布南海要设立防空识别区，那这个事情就非同小可。如果像因为之前中共其实先填海造陆，看看美国的反应，那美国大概军机有飞来飞去啦，然后航母有游过来游过去，然后也会有一些叫骂，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无关痛痒。所以如果中共下一步计划宣布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就这个部分，因为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务卿克里他也表示，如果中国真的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其实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挑衅，还有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如果中共真的宣布的话，我想国安局会给我们蔡总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目前来看哈，因为这个南海的仲裁的判决啊还没有出来，那么在这个当下，我相信中共不会贸然去划设这个 ADIZ 啊。那么如果说他这样子贸然的宣布的话，那可能就是以这些所有的南海的伸索国为敌，也这个跟美国为敌，也跟一些这个欧美啊支持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家为敌。那么我个人认为，那么现在他在南沙跟中沙的这些坚贞的设施跟军事的这些建设都还没有完成之前啊，他应该不会贸然的宣布这个 ADIZ。 所以就我们的情资跟看法，其实认为其实中共不会在这么快的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发布这一个部分。对，因为他有做准备，他也有做好因应。那么他的国防部跟外交部也多次的表达，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宣布这个 ADIZ 的这个手段。那么我想这都是他一个作为。那么如果在这个仲裁宣判之后，整个情势对他是不利的话，我相信也许他会重新做一个考量。这个都要看这个情势的演变来决定。不过如果不管利与不利啊，其实他们有放出这样的风声，表示其实它是有可能发生，只是时间点在我们的认定上面它可能没有那么快。可是万一因为它东海的那个航空识别区，它也是在可能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预警之下，其实它也是片面宣布，它就已经把它做下去了。那现在南海，当然南海的局势更紧张，一般的看法当然也不希望挑起这么多的争端。可是万一如果中共他有这样子片面的宣布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因为就台湾的航行安全会有没有影响？我想对于整个航行安全啊，应该不自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他真的强行宣布这个 ADIJ 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要看他宣布的区块有多大啊。那就我们现在所得知的情资啊，他仅会对他所占有的这几个岛啊，以200海里经济海域啊这方面的这个规划来做，那么对我们太平岛实质上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如果他未来宣布之后对我们太平岛的权益实质产生上影响的话，我们当然要采取积极的作为来抗议中共的这个宣布的这个行动。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出来，就是说所谓积极的抗议是怎么样做到积极的抗议。因为其实美国也有提到，如果中共一旦实施以后，其实他们不会向中共通报，可是台湾呢，我国呢，我们要不要通报，或者为了维护我们的安全，其实我想，因为现在时间点就你们的看法是还没有，不过我想也许很快，所以这个部分要如何做一个因应，国安局应该也要有一些准备。那怎么样，你说他对他不利的判决以后，他怎么样去做这些宣布，然后他的范围如何，我想其实我们应该先做好一些准备，因为南海对我们来说也是息息相关。那目前看起来局势是越来越复杂。是的，喂。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请教哈，就我们整体的报告里面有关东亚安全的情势，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美国跟中国之争。那周遭的国家其实都是选边站啊。中国认为自己的国力一直在增强，所以也希望把影响力跨越第一岛链。那美国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老大。那其实中国跟美国，中国想要做亚洲的强权，当然也要看美国这边的态度跟眼色。就东北亚之争，我们以钓鱼台为目标，最近还有新增加冲之鸟礁、目前其实我们蔡总统我们的执政党政府蔡政府已经成立，我想要知道目前以钓鱼台的主权是台湾的吗？当然是台湾的，这毋庸置疑，没有错嘛。外交部的看法呢？也是国防部都是。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所有的对于钓鱼台的主权大家是没有争议的。那接下来其实东北亚之争，除了日本是美国的代理人以外，让我们的感觉了哈，韩国其实也在其中。不过韩国对中国的态度跟日本是不一样的，因为韩国对于他经济上面的诱因，还有对日本的历史仇恨等等，其实他们跟中国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善。那台湾呢，如果说以我们在东北亚的这个区域，日本跟韩国的态度，那台湾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就我们在国防外交还有在可能国家安全整体的战略上面，国安局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我们一直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那么台湾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和平的奉献者，我们对这个区域一直都产生一个正面的效应，世界各国对我们在这一方面也都有目共睹，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都是采肯定的态度。所以台湾在亚太安全这个整个环节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绝对是肯定的。对，副局长，其实在整体的那个角色扮演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因为其实在现在不管东北亚东南亚其实都已经有比较复杂的趋势，台湾的态度跟立场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过去在很多普遍国人的看法认为我们比较亲中，可是现在新政府上来好像大家又认为我们对于美国跟日本是比较偏向美日的，所以其实他在立场上是有一点点犹疑。所以我们很希望国安单位其实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做一个更妥适的一个整体策略的考量跟建议，因为让台湾在过去我们认为安全，我们希望未来还是一样台湾有这样的立场。所以今天先提出来了哈，像东南亚的部分，其实美国的代理人就换成菲律宾了，越南跟菲律宾大概都跟美国比较友好，可是菲律宾现在对中共的态度好像也不太一样，他也一直渐渐在示好。所以其实就这些我们看到像我们在整个东南亚的部分，我们的看法又怎么样？
我想目前菲律宾跟越南基于他国家利益的考量，他对南海的伸缩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菲律宾跟越南我们是不在乎了哈。现在重点是我们不是说不在乎他们两个国家，而是说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立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关注。可是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台湾要怎么样在东南亚的立场上面，我们是对中国呢还是对美国，其实这个也会在未来整个南海的局势上面也会有所影响啊。这个我们国安局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想我们不会对特定国家有些什么特定的一种说法或做法啊。我先前已经跟委员说明，我们当然是基于我们国家自己本身的整体利益为考量，整体利益为主的为考量。好，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请国防部长。李部长，部长委员早，部长早。在我们的国防部的报告里面，有逐步要加强东沙跟太平岛的防卫能力。国防部其实也开始终于重视我们东沙岛了。那国防部有什么样的规划？请问，就是我们整体的构想是什么？那在陆海空军负责的内构，就是我们在那边未来要强化的构想又是什么？报员，第一步啊，我们对于这南沙、东沙的这个外岛的运补啊，我们要按时及以及有需要的时候要实施。譬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位东沙的战士，他工作的时候伤害到眼睛，我们第二天早上4:50就有飞机去把他这救援接回来。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说有要加强东沙的那个防卫能力，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整体构想要怎么加强，然后是派驻什么样的兵力吗？或者怎么样的加强的构想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是不是在选择适当的时间，好再给我们比较深入的一些做法。是的，是的，好的。另外在这里也要借这个机会要非常感谢部长，因为刚刚我去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们的一个活动，他们非常非常感谢国防部其实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海军陆战队其实甚至是大家公认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精锐部队，他们今天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光荣然后荣誉，能够有这么大的向心力，我觉得现在要给国军的正是这一种力量。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部长，也代表他们对部长表达感谢之意，可以回应他们的诉求。我想其实数位虎斑迷彩是他们要的，除了精神以外，当然在作战的整体场域各方面的考量可能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要谢谢委员的指导，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感谢部长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做这样的回应，非常明确的正确的抉择，谢谢。好，下一位请吕孙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国防部长。冯部长。女委员好。部长你好，部长，我想要就一些我们国军一些根本的问题来请教部长。那部长，你知不知道我们最近有官兵因为公发的水壶太脏，所以没有使用，结果被记缺失这件事情吗？是，我知道了。好，那根据我们陆军发布的一个新闻稿，我们水壶是属于团体装备，才鉴定不换的方式来汰旧换新。那陆军601旅的政战主任也有表示，这样的水壶是一代传一代，要用到不能用为止。那甚至对于这位士官长，也认为说他是未能体悟上级指导用心，将加强人员辅导。那我想请问部长，您个人认为这样的水壶用一代传一代的方式，就社会的观感还有卫生的观点，您认为这样合适吗？报告员，我认为有改进的这个空间。是。我们已经有采取两项的措施。第一个，当然这个水壶还在可用的状况下，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清理。第二个，我们已经研究了，将来我们是不是发塑胶的履带的，算个人的装备？
用完了可以抛弃，或者他把它保留回家当一个纪念品，我们已经准备做这个事情。好，部长，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我大学同学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当兵的时候呢，他也有拿到一个这样子的传承水壶，是，但是上一个使用这样传承水壶的人并没有好好的使用它，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水壶当作烟灰缸来做使用，导致于我同学拿到这样的水壶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拿去装水甚至是喝水，所以他自己去外面买了一个类似的水壶，去军用品店买了一样的类似的水壶，但是他的长官跟他说，你不可以用那个水壶，你要用原本传承下来的那个水壶。他跟他的长官说，我的水壶完全不能用，你要我怎么喝水？所以我想，这样子长期以来呢，这样子的个人装备上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导致于说我们国军一直以来都被戏称为一个叫做乞丐兵。那国军的文化一直都所以导致说我们国人对于国军这个观感上面不佳。那我认为说观感不佳就会导致于军人没有荣誉感。我想荣誉感是我们部长一直在做强调，未来想要做一个加强的一个部分。所以上礼拜呢，我们蔡英文总统他到了陆军做视察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未来会重视我们国军装备品质，还有是否有妥善防护机制等等。那我认为我们国防改革的一个重点之一，也就是要改变一些我们既有的文化。是的，所以我希望部长在这点可以再做一个加强，然后做一个监督。是。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军备局呢，要所开发的一个国军单兵个人装备，我们预计是在106年来开始做换装。所以我想请教部长，这套装备测试评估的结果是怎么样子？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加速这样子换装的一个时程？我已经知道这一件事情了，我想更详细的我们请寇知事来答复。好，委员好，我是寇知事次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军备局现在所研发的战斗各装，基本上它在安全的测试现在是做完了，那在5月底它已经交给陆战队一个连做验证和测评，那预计是在11月份会给陆军一个营来做战术测评，那我们的预算在106年也在编了，编完以后会依照政府采购法来换装相关的战斗各装。嗯，报告完毕。好，部长，我想如果能够顺利的换完这些装备呢，除了能够提升我们士兵的作战效率，还有安全上面的防护，那也可以让我们国军在也可以跟上我们世界的潮流，是的，来摆脱我们这样乞丐兵的一个名号。那这我想也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国军的一些荣誉感还有尊严，那也可以让我们社会观感是焕然一新的。是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希望部长能够继续的督导。我想给委员报告，当我看到这一则命令的时候，我个人非常喜悦，我觉得我们国军在进步中，而且对于这个我们所有的作战的成员呢、啊、保护已经到达了一个世界的水准，我非常高兴。是，我会努力去做。我上次也有去205厂去做一个考察，那我认为说我们国军的这个军装备上面是非常的先进，但是我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要加速的使用在我们国军弟兄身上，那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装备，才能够未来才可以做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委员指导非常正确，好，我们会努力去做。谢谢部长。那再来就是说，我要针对于救灾的问题来请教部长。那我们国军弟兄呢，会按照上级的命令还有人民的期待来做一个救灾，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救灾是需要专业的一个技能，那更需要心理辅导的一个状况。那但是我们很多国军弟兄，他们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救灾的人士，到了现场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说搬运大体，还有遇到混乱的救灾环境，所以救灾前的心理建设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请教部长，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军在参与救灾的时候，我们事前事后的辅导心理辅导的工作做得如何，还有这些国军弟兄呢，在退伍之后的状况，我们国防部这边有没有继续做追踪？报委员，我简单的答复是我们都有，而且在改进中。详细的情形，假如你有时间，我请我们专业人员来报告。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我想请教部长，就是说
在九九旅两位军官轻生之后呢，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这段时间还有发生很多让人遗憾的事情，例如说花房部的士兵在家里轻生，还有我们空军一队的士兵喝了桐油轻生未遂，还有我们成功岭的教育班长跳河轻生，甚至是昨天发生了澎湖空军马公基地有一位士官兵，他因为疑似那个工作压力烧炭轻生。那我想这样子短短的半个月里面又有这样四起的轻生事件，我想希望部长一定要重视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如同就像我们刚刚蔡适应委员所说的，很多基层的士兵呢，他是为了要应付上级的督导，然后不断的在做一些文书工作，那这些文书工作导致他们非常的压力非常大，那负荷过重，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委员都不断的在质询这样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的憾事发生，那这对于我们国军的士气是打击，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大家未来从军的一个意愿，所以我希望部长这边可以做一个彻底的检讨。是的，我们前天就是上礼拜五已经做过检讨会，对，我们希望听听下面的声音，而且我们要用减法来做事情，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让基层的士兵他把一些行政杂物统统取消，回归到他战训的本务，我们都在做这个效果，我想再给我们很短的时间我们来呈现给大家。好，那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样子的成效你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达到这样子的成效吗？我给自己100天的工作的绩效，我想就让到8月底我看看能不能够有所改进。好，那我希望在这段过程当中也不要造成其他弟兄的一个压力，不会导致他们更大的压力。是的，好，是的。那最后我想请部长看2张照片。这是我昨天呢参加我们泰山所举办的一个端午节活动，那我们非职部在这边有摆设了一个招募的摊位，那我想请教想请部长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2张照片里面的一些，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我发现到孩童比较多，对，小朋友比较多。是的，所以我就想到呢，部长之前在做备询的时候有提到募兵制的时候，你想要推动让小朋友能够来组一个夏令营，来我们国军这边做一个参访，或者是说更加的认识我们国军。对，那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所以我昨天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多小朋友都来到我们非职部这个摊位来玩我们非职部所准备的一个互动的小游戏。那甚至是说呢，小朋友，我发现小朋友非常喜欢玩那个互动小游戏，是的，甚至是说我们非职部也准备一个这样子的小模型，这样小模型不仅小朋友非常喜欢，大人也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摊位摆设呢，是一个和我们附近居民一个互动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我想呢，与其摆一个这样的摊位在这边要做一个国军招募的一个动作，那我觉得倒不如我们国防部可以花一点心思，花点巧思，设计一些可以和小朋友和居民互动的方式，互动的游戏，让小朋友或是说居民来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国军，那对于我们国军也会有很好的印象提升。那我觉得希望就是说我们国防部这边可以做这样子的努力，这个方向会的努力，会的。好，是，谢谢部长，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林俊宪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本席邀请部长。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新政府上台以来啊，自从部长就职，我们国防当然有很多项的事务啊，要立刻来推动。我想先请教部长，前建国造开始启动了吗？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哦、是的。好，那预计几年完成？我请业管的我们的那个副总长执行官来给大家答复。这个还用请幕僚吗？几年？预计几年完成？从今年开始到108年，花4年的时间
先做这个设计的工作，设计完毕也要包括它后续的期程预算以及规格啊定出来，再决定后面的建造的时间。民主进步党的国防政策蓝皮书里面特别提到，国防军备重大的政策之一就是前建国造。里面当时有写到，预计八年呢、啊，我们希望八年能够看到前建国造的成效、啊。说部长，那我听说在前建国造的部分，我们国防部啊，目前有找荷兰的厂商来帮忙，是不是这回事？我想这个新闻可能是误导。没有吗？没有。他的报道立论基础是因为啊，我们目前的潜舰里面，海龙海五号就是荷兰制造的，所以我们有相关的维修后勤的设备啦、啊、经验。那再加上啊，跟荷兰也有一个默契，所以请荷兰过来帮忙。没有这回事吗？我们是把性能提升的时候，原厂商有来协助。那么新的国建国造，他们没有来参加。好，那前建国造要准备找谁？另外有点名到是日本的前建厂商啊，而且是透过美国，希望能够来参与台湾的潜艇制造。报告委员，我想这件事情啊，我很坦诚的给您报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还没有，对，所以媒体乱写，不是他乱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写的都不是事实。不见得，但是呢，他有他的想象。要不然我们前建国造的设计图，你现在否认不是找荷兰，也不是找日本，那找谁？自己画吗？我们有能力吗？对不起，委员，我刚刚讲过，这个设计必须要按照政府采购法去开标，哪一个单位标到了，他会请国外有经验的设计公司来参与来设计。那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事实上的进行那这个前建的未来，我们到底要找哪个国家来合作啊？当然会相当受到美国的影响嘛。未来我们就算前建国造，但是整个武器系统还是要依赖美方来协助我们。所以到底美方开始对于台湾的前建国造，他有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介入？他希望找哪一个国家来跟台湾一起做我们的未来前建？可以回答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因为今年底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合约设计的开标。至于哪一个公司得到这个标以后，因为依照啊，才开始做。依照国防政策的蓝皮书里面写到啊，前建国造我们全力发展，那未来还是有一部分、一部分的尖端技术我们台湾恐怕也没有办法来克服完成的，预出估差不多有 10% 啦。其实前建啊，那 10% 的部分，那代表就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还是必须要依赖国外的，那其中啊，美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啦。所以今天我们军方是全然否定，没有否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刚才讲设计完毕以后，合约设计完毕以后，才到建造的设计跟实际建造的工作的推展，所以这个阶段必须今年底要先完成，然后持续有四年的设计，然后才到建造。任何一个厂商，准备找日本的、荷兰的，任何一个国际的厂商，他只要有能力、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他都可以参加跟得标的厂商做合作。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预定哪一个国家，是不是？当然要啊，你武器不跟美国买，你跟谁买？因为依据那硬体的话，美军的武器系统跟哪一个国家的设计图，它的前舰啊可以比较配合，还是要听美国的。如果说是美国的，刚才你讲，如果美国的战斗系统，当然要找一个来整合这些系统的国家。我另外没有定是哪一个国家。我另外有问题要请教部长。部长，今天大家在关心太平岛的事情，现在啊，南海风云啊。其中呢，我想最主要挑起这个事端啊，你看是哪个国家？我想应该是中国大陆。中国挑起事端，尤其中国在三个岛礁呢，分别来盖跑道。但中国宣称啦，那个不是军事设施啦，那个是基础的防务啊。我想请教部长，这三条跑道
这三个机场有多大？您能掌握、这个、我们军方有掌握到吗？三个机场他们都可以起降一般的运输机跟战斗机。轰炸机也可以吗？轰炸机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战斗机可以吗？战斗机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中国军方讲的完全不是事实，对吗？这个不是基础的防务啊，这个已经具有运输补给甚至攻击的能力的一个机场了、啊。我想外界会有更多的公平的评论，而且有三个啦，不用管外界公平的评论，是我们自己要来特别注意的。我们自己已经判定他这个是掩耳盗铃。哦，掩耳盗铃啊，讲得好。哎，掩耳盗铃啊，为什么说他掩耳盗铃？他明明是有进驻这个，没有错啦。飞机他却说是不是的，不是军事设施。也就是说中国呢在南海的这一连串的军事设施啊，尤其他派军舰的巡航等等啊，造成了南海的情势紧张。所以我想请教了，我们在太平岛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会加派人员吗？或者武器方面，现在当然了，上面的进驻的兵力都是海巡，是内政部的事情。不过我们对于太平岛是应该要加强，我们会逐渐的。刚刚听到部长说，准备要运送40000发的炮弹到太平岛去。这个我想把它做一个修正。你有没有讲错啊？正常，没有讲错，但是把它修正是正常运补，并不是特殊。这个也没有特殊啊，是计划性的。那我的了解，国防部说。是要运送40000发的子弹到东沙岛？没有，没有这个回事。也没有，这是正常的运补。正常运补是运补哪里？太平岛。太平岛跟东沙都有。运补40000发炮弹、嗯，有没有提升太平岛的武器装备？目前能够满足他自己部署兵力的需求。需不需要？他增强我们在太平岛的军事武器设备。假如内政部提出需求，我们国防部啊会赞助他。啊，内政部认为呢，还没跟你们提出需求，我们会跟他协调。时间的问题，我再最后请教部长，在当然要密切注意啦，南海情势的发展。是的。啊、所以我想，在南海情势的发展，我们台湾啦、啊，当然扮演相当的角色。南海最大岛屿太平岛。我们目前实质上，我们已经有派驻有海巡的兵力在那个地方。是的，还建有机场，还有机场。是的，啊，一个连的兵力嘛，是不是这样？是的，啊，所以如果有防务上的需要，请问我们是不是会加派人员，或者是提升他的武器装备？我们按照实际的敌情的需要，我们国防部有责任要这样做。啊、后面。不要一个人讲就好，不要三四个人一起讲啊！我都没听他们的，你都没听他，你都自己讲的、嗯。部长，那一天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啦。那一天小英总统到我们部队里面去巡视啊，听到总统讲，军方不要只是油漆除草。那总统的意思是什么？总统的意思是说，让我们这些受训的官兵呢。要务实本务，所谓务实本务就是说加强战训。他认为我们的战技训练，哦，平常的训练还不够充实。不是，他看到那些士兵呢，非常的坚持，他很高兴。啊，他就特别提醒我们，这个训练比较重要。你像割草、油漆这些不重要，但是现在我查了，嗯，基地的这些这个草坪等等的，都是委外去做的，没有让我们这些官兵呢在暑天之下自己去割草。油漆的工程也是外包的。其实啊，军方啊，在非战时的时候，没有战争的时候，那平常的训练当然战技的训练之外啊，刚刚我们委员关心到、啊，这个防灾救灾的演训也很重要。是的，像昨天在平林发生的不幸事件了、啊、哈，朔溪那种大水冲来，到最后好像军方有加派人，军方有派人去协助嘛。第一时间我们去了7个人，后面加强30个人。国军在战时啊。保家卫民，战斗部队，但在平时呢，他也应该也是一个保卫人民安全的救灾部队了。是的，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灾救灾方面再增加一些专业上的训练。是的，会的。我们在台南呢、啊，在今年
啊，过年时候的大地震，特别感谢啊，我们八军团的官兵啊，啊，不分日夜啊，可以说是啊，投入在救灾工作。是，看到我们官兵也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同时也看到啊，在相关的设备、救灾的设备训练，啊，希望我们军方能够再加强，是的，能够再给予我们基层的部队相关的训练，是的，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设备经费等等，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好，谢谢部长，好，谢谢主席。下一位，我们请陈明文委员咨询。好，主席，我们请国安局，请国安局副局长备询。好，部长是不是一并就上来，好不好？部长请。好，好，部长还有还有副局长哈，我想今天我们在谈的东亚安全的情势跟这个我国哈的一个冲击哈，对我国的冲击跟影响，其实这个。这个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一个议题，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了解、来讨论，尤其是这个东北亚、北韩的这个核武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威胁到这个台湾，我想这个不只是威胁世界的一个和平。那听说最近这个北韩的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有到北京啊，去面见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这回事？有啊，确定。那好像他们的沟通上还算不错吧？有沟通，对，啊、是。那、啊、你觉得呢？这个沟通的情况，我想现在我刚刚在报告里面也提了，北韩在他的这个劳动党七大之后啊。他有意去降低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对，那他也扩大试图跟美国跟中共之间建立沟通管道，那么他在多方面也派出了人马去做一些沟通。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习近平有发话了，就希望北韩朝鲜这边能够冷静来克制，那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以后，势必朝鲜半岛的情势就会逐步的趋于缓和，你同意吗？同意委员的看法。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国安局有没有针对这个朝鲜半岛发生的这种这个紧张或局部性的这种冲击有相关的因应方案？我们过去的都有一些这些所有的评估，我们都有持续在做。哪些层面？譬如说他在核武的发展的方向，那么在这个导弹的发展的方向，以及跟这个南韩之间的这个互动跟沟通，以及他跟中共之间的贸易往来。对。那么我们也发现，在联合国这个执行禁运之后啊，这个中共还是私下的。你有没有掌握对台湾的一个经济还有两岸整体情势的一个冲击这一方面的一个？我们也掌握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好，好，我想这个朝鲜这个部分应该比较和缓了，我们从这几天的发展上，其实这个议题事实上也慢慢排除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的东海、南海、台海，实际上这三海的部分还是紧张的哈。那应该照这种说法的话哈，那应该未来东海的问题，这个钓鱼岛这个问题，三年前的一个以前的签署以后，到现在部长，你了解吗？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发生？你认为？目前没有特殊的状况发生啊。就是说，我们这三年里面，我们这个渔船在这个相关的海域作业里面，有没有再受到日本的这个公务船干扰？有没有？目前我的资料是没有，都没有嘛，哈。是。那对于这个冲出鸟的这个议题上，礼拜五的临前的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几点啊，我想这几点呢，事实上也就是把我们的当时429我们立法院党团的共同声明的这个立场就比较相符了哦，不像
这个过去哈，这个发言人所讲的这些说法，那外交部有没有来？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外交部哈，这个，这我们现在说要跟入方哈，那么来这个协商对话，那到底我们要谈什么？我想这个架构，这谈判的架构主要有四个主题，据我了解，一个是海就是渔业的，一个是环保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说礁就是礁，岛就是岛嘛，哈，礁就是没有200海里的一个主张嘛。那到底你们是要谈什么？我不了解，我只要很清楚告诉我们要谈什么。以冲之鸟的议题来讲，我们主要是谈渔权。我知道啊，就是谈渔权啊。是。但是如果说联合国最后裁决是礁，那有什么好谈的？本来我们我国的渔船就有钱在那里捕鱼啊，没有错吧？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谈的、啊，礁就是礁，岛就是岛啊，不是吗？你们还要谈什么？到底要谈什么？主要还是渔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渔权双方日本跟我们的看法。我讲啥你敢听？我咧讲啥你听好不？我现在讲的话你听懂吗？我的意思就是，礁就是说海里，岛就是200。如果是礁，就没有什么好谈的，那不是我们要等联合国这个裁委员会裁决下来。那如果是礁跟岛，那、啊、就是一翻两瞪眼，你们要谈什么？你们到底要去谈什么？谈渔权有什么好谈的？本来我如果是岛的话，如果是礁的话，他们就这个日本就没有可以主张200这个海里的一个经济海域啊，不是吗？从国际法的观点来讲，冲之鸟那个海域是有争议的。那目前因为日本还是有扣留我们的渔船的这个记录，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跟他谈判的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能够告诉国人到底你们要谈判什么内容？哦，我是觉得到现在为止我都一直怀疑说到底外交部到底要去跟他们就是保障我们渔民的权益，就是我们渔民在那边不会受到干扰啊，不会受到干扰啊，没有错吧？哈，是，就是不会受到干扰嘛，哈，是。啊，我想这个部分哦，就是维护我们的渔权呐、啊、哈。我想这个主权的问题基本上大家没有争议的哈。我想这个维护我们的这个渔权是我们现在哈应该透过外交手段哈好好的去捍卫我们的渔权。我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哈。是。好，那接下来哈，我想这个其实这个部长，其实东海也好，南海也好，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我们的台海两岸啊，实在是比较紧张了。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美国国防部3号的这个公布啊，这个好像中国对于我们台湾的一个这个军事的挑战持续还是在发展当中啊，好像没有因为是马习会以后，他们好像军事有和缓的这种趋势没有吧？他也没有这个增加兵力的运作，也没有。啊，有吧？也没有。这个不是2016年度的中国经济的报告里面，这个显示是除去对台湾的这个发展，还有我们这个，还有他们的一个经历的一个部署，都是对台湾的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挑战，不是这样讲吗？是的，那是原先就有。啊、这个520以后并没有。520没有。是。520以后并没有。对。但是在马政府的时代，其实他们对台的一个作战的一个部署基本上都没有和缓的这个趋势啊，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啊。到现在就是这样。也就是说520当然总统的一个就职演说里面事实上讲的四平八稳啊，我们也谈到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提到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态度都很清楚。那当然今天我们看起来就是说整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慑还是存在的，我想这一点应该你同意吧？是的。好，那我接下来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比较这个计较的请教你了哈，就是说你请总统这个巡视国军第一站就到加山这个基地有什么用意吗？要表现是什么吗？这个就是说看我们平时战备准备是如何的军实，嗯，还有我们飞机进驻在里面，嗯，它是怎么样的运作。这是我们展现给新的统帅，让他有增加的信心跟认识。加山这个基地是在1993年就完工嘛，哈，是的，没有错吧，哈，是的。
那当时会盖加山基地有它的一个军事考量的背景嘛，没有错吧，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空军它的续航力也好啦，这个没有办法到我们的台湾的东部洗澡一圈，坦白讲就是这样子啦，是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咯，的确是看起来现在好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共军他们的发展的联合作战的这种能力已经把新式的战机啦、轰炸机啦、无人攻击的载具啦，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火箭炮啦，还有这个各型的对地的一个导弹都已经纳入，所以随时随地对我们加山基地都有威胁哦，没有错吧？是的，是不是？所以你现在还把过去的1993年那个时候。好、哦，来建立了这个加山基地这种构想，到现在整个战略上的一个地位上一个变化，你难道都没有去做调整吗？还是继续我们还是在发展我们所谓的这个空军的战力保存的这种基地的一种想法，继续在推动？这个战力保存呢、啊，是各个作战阶段中间最重要的。譬如说，我们陆军作战有战略预备队，那么我们空军应该保持。一部分的兵力在洞里面做必要的这个决战时候的投入，这个是非常必要。我知道你必要了，但是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敌对国很清楚嘛，就还是会瞄准我们加山基地嘛，是的，是吗？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全部把我们好的这个战机都往加山基地那里集中的话，人家事实上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对准我们加山基地啊。这样子对我们整个加山基地的威胁不是更大吗？鲍委员，我们那边呢已经有部署飞弹了。哎，你这个防空飞弹，我知道你有部署，但是我们周边有很多的这个还有九口呢，随时随地会被炸起来、被引爆的，这算是我们看起来是很担忧。随时随地，他们的这个轰炸机可以跑到我们的加山基地洗澡一圈回去的呢，所以我是觉得不只是我们的防空的一个飞弹。的一个部署，事实上我们要整个这个战略的部署。虽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敢拿那些电脑个框框，我觉得说很危险。但是我坦白讲，我不知道你把蔡总统第一站就带到加山基地是要表现什么？其实我是怀疑的。好，我是认为，事实上现在的加山基地不是像当年的1993年我们的这个加山基地的那种战略地位了。我是希望。你好好的回去再重新做一个思考。谢谢，谢谢指导。我们下一位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不在，黄伟哲不在，廖国栋不在，孔文吉不在，吴志扬不在，管碧玲不在，卢秀燕不在，徐国勇不在。赖世宝不在，徐永明不在，我们请邱志伟委员咨询。谢主席，有请国安局周副局长。周副局长。国防部冯部长。冯部长，请备询。外交部李次长。我先请教国安局周副局长，是，您报告有提到这个中国在南海划设航空识别区的可能性，国安局的评估，它在什么时间点可能会划设这个航空识别区？那如果一旦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当然一定会冲击区域的稳定，那对我国的国防或者是我国的主权或我国的相关的这个权益会不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先请这个周副局长回答。是，跟委员说明，我们的报告当中特别提到，这个划设防空识别区啊，是中共可能未来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我们也刚刚也有跟其他委员做过报告，我们目前来看呢、在这个仲裁案判决没有出来之前呢、他应该不会贸然做这个举动，因为他一旦做了这个，仲裁案不是马上就会有结果了吗？可能应该在七八月份才对，就有结果。那结果一出来，他们就看结果会做出这个决策。
是不是要划设哈？是。那一旦划设，当然会引起区域的紧张。是。那当然对我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主权，或我对我们在南海相关的作为会受到一些的限制。是。那我们有没有具体的策略，怎么因应？你只提出这个可能性。是。但你要有具体的做法，一旦它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国防部要怎么做？外交部怎么做？我看了报告啊，你们三个单位，包括陆委会四个单位啊，国防部只有国防部没有提到防空识别区啊。针对南海问题，我觉得南海问题最严峻的可能就是它一旦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之后造成的区域的紧张跟影响。国安局有提到了，外交部有提到了，连这个陆委会也稍微提到了，就是国防部没有。那国防部的研判跟国安局是不太一样吗？我先请教一下那个周部长，还没有回答完，是你们有没有相关因应的作为？我们对于他如果一旦宣布了这个防空识别区之后啊，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做一些评估。譬如说这些以这个美国为主的欧美这些国家，可能立刻就会站出来对他这个举动做出一些这个抗议。那么以这个日本、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而言，他也会采取相关的举动。抗议已经有了嘛？是。至少媒体出现这可能性之后，这个各国抗议就是蜂拥而至嘛，一定会具体的反应措施嘛。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具体反应措施？国安局应该去研拟啊。万一这个情况一发生之后，你作为这个国家安全最高统筹单位。除了国安会之外，国安局是负责幕僚单位，你应该相关的因应策略作为，应该你们现在应该有一个 picture， 是应该有个蓝图跟 solution， 目前没有是吧？我们应该会收集相关的情资再做。迫在眉睫，七八月如果他马上就划设，我们讲话有人听吗？美日讲话，或者是他相关申索国，那南海问题相关申索国可能讲话，老共还是会有一些反应，但是我们讲话有人会听吗？我们有一些很多的合作友方，不能只有口头的谴责、口头抗议，你要拿出具体的作为来反制啊！好，那我要请教一下冯部长，这外交部了，连外交部都有提到，那国防部完全置之未提，那防空识别区，你认为是不可能签订、不可能这个划设是吧？这个划设的可能性是非常有的。对啊，那可能性很高，那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可是，在你们的报告是只字未提啊，代表说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嘛？不是，我们可能是忽略了，没有提报。那么重大的议题，国防部怎么会连陆委会都重视到了？啊，国防部你要因应作为是要国防部来处理啊，因为首当冲击是我们空域的安全啊。是的，所以我希望说，国防部跟国安局也要一样。要一套的因应作为，从国防部的这个业管业务，我们要怎么去因应，怎么样去作为？我们在公海航行的时候，当然要遵从我们外交部发言的，不承认，而且不但不承认，而且要谴责。那么我们国防部呢，是对于外岛的运补，一定是机照飞，船照行。对了，但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航行自由嘛？好，跟飞航安全，这是毋庸置疑的嘛。那这个保障非常安全，我们这个相关的国防部应该有相关的因应作为才对啊。我从他的这个图上来看呢，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可能没有经过他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假如经过的话，我们也不会报到报离。所以跟国防部没有直接关系？不是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我们因为不承认他嘛，所以我们飞机照飞，这个船只照样航行。他如果划设南海航空识别区，你飞机照飞？赵飞，那个周副局长，飞机赵飞，那老公万一对你，他一旦划设，老公对你有任何作为，赵飞，我想这个问题很严重嘞。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它不能一厢情愿嘞。防空识别区的划设是依据他各国自己的需要所划设的，他在国际法上并不具有一定。为什么美日会那么为美国跟相关申索国那么紧张？就是说他划设之后，他就有一定的这个行使他的权利的权利嘛，所以当然因为有影响，还会抗议，才会紧张嘛。那我们这飞机召回船召开，我们当然要召飞召开，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这个划设的这个区块的这个权利。那万一因为这样子引发冲突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种情形？报告委员，所谓引发冲突啊，我们看最近的情势的发展，因为美舰、美机接近它的领海，假如不经过领海，我在公海航行，你设什么防空识别区对我都没有影响，何况我还不承认。所以我们可以不甩他，他画他的，我飞我的。我不接近他的领海区域之内，我应该有这个航行权。好，接下来给我先请回，我留那个外交部李次长。好，请次长留下。跟东亚比较没有关系哈。是。6月23号，这个英国啊要举行脱欧公投啊哈。外交部应该，我们现在驻英代表、驻英大使决定了没？驻英大使已经在作业中了。在作业中哈，人选已经确定了吗？我这边还没公布之前，我不方便讲。好。这个相关的情资应该你们了解，到底他6月13号投票出来，他到底会脱欧还是留在这个欧盟？啊，对台英关系或者对台欧关系会有哪些影响？外交部有没有相关的因应作为？我们当然是密切关注这个事情。就我们了解，目前这个民调的话是很接近的。我看是不接近的，已经这个大概超出5%了。最新的民调是不是这样子？赞成离开欧盟的比留在欧盟的超过5%。6月23号，3个礼拜之后马上要投票了，所以 David Cameron 才紧张要上节目，要去帮政策去辩解，结果被虚下台。假设他真的是脱欧了，那对台英关系、对台湾关系、台湾跟欧盟的关系啊，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外交部有没有相关的因应作为啊？我们有做评估跟研析，我们是不是能够？所以外交部的看法，他脱欧的可能性大不大？我们有密切在关注，因为这个还没有投票之前，你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我问你就回答我嘛，是有没有他脱离欧盟的可能性大不大？当然是有可能了、啊，当然是有可能。好，那我希望你们如果有可能，就代表说可能6月10号就会发生。好，对台英关系、对台湾跟欧盟关系会形成哪些具体的影响？我希望你去了解一下。是是，好是。那另外啊，这个我再请一下那个国安局的这个周副局长。副局长，就在我们这从地缘战略哈，那我们跟东亚的这个战略同盟，当然除了日本跟美国之外哈。那我们跟韩国的战略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是战略的，这个完全没有互动，还是有可能是战略是潜在的合作者？我们可以透过除了日本、韩国的力量之外，因为韩国、南韩跟北朝鲜跟中国还是有战略矛盾嘛，对不对？是。所以我们也许跟南韩啊，我们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或者有合作的战略利益，最起码我们没有冲突的战略利益啊。是。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南韩进行所谓的战略共同这个利益的合作，或者战略的这个互补？国安局有没有针对这跟韩国的关系，有没有做相关的评估？我们一直持续都有跟韩国有很好的接触。那么，你的意思说我们跟韩国是潜在的战略同盟吗？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就相关议题，直管通勤吗？有没有到已经到直管通勤，还是人员的交流而已？就我所知，没有直管通勤，但是人员的交流、跟智库的交流、跟1.5轨的这些议题的讨论跟谈判，包括国安单位、包括军方、包括外交部，理事长有吗？我们跟那个南韩的，都有，我们跟他们国会议员啊、国会议员啊，还都有。您觉得我们台湾跟南韩的外交关系啊，因为今天讨论东亚嘛，哈，是比过去进步、提升，还是这个维持，还是退步？我想是有点提升了、啊。比如说以那个双方人员往来来讲的话，过去2年我们韩国来台湾的那个观光客增加了，是增加最多的。那除了这个旅游这个人数增加之外，那还有没有战略的合作的可能性呢？战略的要看。我是希望采取积极作为啦，除了美日之外啊，我那个副局长有这个部分呢、啊，当然国安局统筹这个在战略的同盟跟合作或者战略的这个设计啊，这部分不要忽视东海的议题，不要忽视南韩，我们不会忽视合作，但是很少在你们报告里面，或很少在你们这个
相关的记者会或者你们刚刚的一些政策里面提到我们跟南韩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哈，它是我们潜在的这个战略盟友，这是毋庸置疑的。之后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了，哈。好，下一位请张立善。张立善，张立善不在。蒋乃馨，蒋乃馨，蒋乃馨不在。高金素美，高金素美不在。陈欧珀，陈欧珀，陈欧珀不在。王惠美，王惠美，王惠美不在。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不在。李彦秀，李彦秀，李彦秀不在。蔡逸宇，蔡逸宇，蔡逸宇不在。张宏禄，张宏禄，张宏禄不在。赖瑞龙，赖瑞龙，赖瑞龙不在。郑运鹏，郑运鹏，郑运鹏不在。简东明，简东明，简东明不在。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周成秀霞不在。何新纯，何新纯不在。陈赖素美，陈赖素美，陈赖素美不在。徐真卫，徐真卫，徐真卫不在。姚文智，姚文智，姚文智不在。钟嘉宾，钟嘉宾，钟嘉宾不在。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不在。好，我们本次议程有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以外，都已发言完毕啊。我们报告跟询答结束。那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有要求要补充资料的部分，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以书面提供。我们今天会议到这边散会。Thank you.